白山水带来的不仅是水，而是长白山岁月沉淀的纯净，更带着大自然的天赐祝福。长白山，白山水。各位观众，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2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第7局的直播，我是王瑞。今天呢是请到了曹廖元老师和我们一起共同关注这个日韩之战，是吧？是。这一盘呢是昨天申敏俊获胜之后呢，轮到了日方来登擂挑战。那么日方派出来的是枝野虎丸九段。对。其实他还有一个选择是伊利寮。伊利寮是。但景山裕太九段一般是担任主将的啊。是的，应该不，景山裕太现这几天也不可能出战，因为他在参加我们中国的唯一的比赛。是是是。今天应该是最后一轮。就是我们中国的全国唯一那个团体赛。这个比赛也是挺关键的，前两名可以升入甲级。甲级，对。是，那么今天这一盘叫日韩之战啊，对我们中方是坐山观虎斗了，但是呢，对两国来说，日韩两国来说还是很重要的。现在目前对日韩都是各胜了3位棋手。我们中国也3位，中日韩对三国都胜了3位，是的，又回到了起点。是，好，那曹老，要不然我们先好的进入今天的棋局。今天经过拆先是。申敏俊的黑棋，对，那每盘棋都是重新拆先的。对，二连星对星小木，这个点三三点的非常早。哦，现在我们刚才看见的是申敏俊，是，这个现在还是申敏俊，这是在闭目养神吗？可能是吧，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应该是轮到他的对手早子。哎，对，这个是。按说昨天申敏俊是刚刚登擂嘛，挑战成功了。今天是第二天这个对局。对。应该说不算很疲劳吧，我觉得。对吧，只是2局。而且农心杯呢它是快棋赛制。每方1小时。这位现在看到的是日本传过的画面啊，枝野虎丸九段。是的，这个应该是在东京的日本棋院。枝野虎丸和申敏俊呢，这两位棋手呢同龄，都是99年出生。目前在各自的这国家的棋坛成绩都非常的出色。对，我觉得枝野可能排位比申敏俊高一位，在日本，是的，是的。枝野虎丸目前应该是算日本的排位第2的棋手。日本是这样的，他是按照头衔来排位。对。目前是排在第一位的，那毫无疑问就是景山裕太。是。他手握了，在如果从7大头衔算的话，他有4项。4个。然后还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小棋战。那么今天登场的枝野虎丸呢，是有2项。王座和十段，还有一个小棋圣，就是伊利寮，自家的棋战。对，因为这个小棋圣的赞助商就是伊利寮的，这个应该说他们的家族产业。是的，他叫什么报社？好像是叫河北日报。河北日报啊，对，河北日报，日本的河北日报，不是我们中国的河北日报。好的，我们继续进入实战。这个第5手就点角了，这个点角的很早，点的非常非常早。对。现在点角也是点三三也是很正常啊，没有什么问题。不会出错，我觉得现在点只要点三三不会降胜率。不点有可能降。对，是。所以就是点三三是一种很保险的下法。是。挂。来挂。挂角。这也是符合 AI 的这个理论。AI 是推崇这个占控角并且挂角。这都是它这个在它的价值排序里面是优先的。但是现在的话，手脚如果推后的话，
我觉得一样，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推理的话，似乎挂角也不那么着急，因为这个地方，就作为白棋来说 ，AI 是不怎么推荐你在这个地方去马上守角的，对，不太推荐你马上守角，并且经常还守的是星位角，嗯。不过现在这星位角已经被黑的点掉了，就也没得守了。AI 好像守星位角和守小目角，嗯，价值好像差不多，对，是吧？好像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守星位角。以前我们觉得守小目这个角好像更大一些。对，对对对，因为你就比如说就这样的一个配置，右边的配置，经常黑棋先下，不是这样守这个角，这个角这当然这样守角的方法已经是 AI 的方法了，以前都是无月角的，它。现在 AI 更多的是会守在这个星位角上，嗯，这个是现在的围棋理论的一种变化。实战是挂一下，不过这个挂呢，挂着一下，应该说对黑棋来说也不会吃亏的。这个是，并且基本上是能够挂到这个角。嗯，现在就是我为什么说基本上能挂着呢？因为在 AI 的判断中。这个地方假如外边没有什么特别着急的地方的话，白棋是要在左上角马上硬的，如果不硬的话，不硬它就飞压，马上飞压，哎，就是这个飞压呢又和我们之前的围棋理念是有点相违背的，哦，就我们那时候就是包括我学棋的时候，包括我在第一线下棋的时候，这个理念都是这个飞压能保留就要保留，不要随便去飞压，哦，保留什么呢？保留从别的地方走啊，从那方，因为飞压的话，它的飞压完了，这个地方，嗯，以前的围棋理论告诉我们，就你走完之后，黑棋的发展方向是在这一带，对，这一带黑的一定要入子，嗯，你这个才有价值，不然，比如说哎，这种地方，假如说被白棋来占据了，你这个几个就亏了，但是现在。AI 的理论在这个局部就完全反过来了，无论这一代出现什么样的情形，这两个飞压都是黑子便宜了，只要飞压到就便宜了，对，只要飞压到肯定是不亏啊，不用考虑这一代的配置，几乎不用考虑，对啊，所以呢，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这个挂角呢几乎就成为先手了，白的是因为也不太愿意被黑的就飞压，如果没有特别紧急的大场急锁，基本上都会，所以它是飞或者小尖，嗯，对，这个两个都有。它本局是选择的飞。飞，嗯。黑棋三尖高架。嗯。嗯。对。三尖高架之后，这个下来这步有点，这个下法蛮古老的，是吧？嗯。现在在现代这近几年是少见的。现在对，这个是比较久远的年代。这确实像是有点日本棋手的风格嘛。嗯。因为这部棋是志野虎玩下的。不知道这个 AI 对这手棋的评判怎么样？这个我是还没查过。好。嗯。好，他飞。嗯，下一步棋好像黑子也下得蛮配合的，这个大飞一个，这两句话我觉得白的总不会吃亏，没有吃亏的道理了。这个交换，那如果曹老，如果您是黑棋的话，我也不知道是下什么。第一感会，或者主要考虑哪几个选点呢？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反家，希望他过来之后我再怎么样猜一下，哦，这样子顺调过来，哦，但这棋呢以前在比较早的以前吧，就是在日本棋坛也出现过这样类似这样的定型，有这个扳，嗯，或者就这个点你挡住我扳，这个的要求呢就是这个增子是白棋有利，这个现在应该是白棋有利，所以这局部的战斗呢，应该白的还是不错的。对，所以还有呢，就是这个棋呢，还有可能就是黑的就走在这个高拆，因为怕这个点扳，就会也有哦，就这样想。以前是出现过这个这样的一个定型，
这个棋，就他现在不交换这个，或者就白的是这两个点都大同小异，就是不和白色交换这个，自己单拆，还是比较少见的，比较少见啊、哦。一般是还是会走掉，这是最普通了。嗯，这是最普通的。既然不愿意这么下，又不愿意从这里来，先保留变化，他先自己拆了一个。嗯，对，可能也是白棋这步飞有点打乱了黑棋的步骤吧。略微有一点点吧，可能、啊、是吧？嗯，比较没有想到。是，然后白的就长，这个是这个定式，对，相当普通的一个下法。看看他，对，嗯。然后现在再交换，倒是还原了，是吧？嗯。接完，嗯，手脚。小飞大长、嗯。这个就是新位的小飞手脚 ，AI 是蛮推重的。是。它是就是都是这个手脚，也不用大飞，更不用这种什么高差啊手脚太虚。但是小目的话。这个都是非常常见的、嗯、反而就是这个可能在 AI 的眼里也还行，嗯，还有下，这个是要降胜率的，要略降一点，要降一点点一点点，不过最近好像 AI 也觉得这手棋马马虎虎还可以下，最近是也有，最近 AI 的话对这个也不怎么太降点了，对，就是小飞手脚，所以最近的职业高手的那个棋谱中也慢慢又会出现这个无忧角这个下法。其实曹老，嗯，对于我们人类棋手来说，不管是无忧角啊、嗯，还是大飞手角，或者是二尖手角、嗯，是不是也是很微乎其微的这个对胜率的影响？更多是一种心理上的因素吧。啊、对，我想对我们爱好者来说的话。完全可以不考虑这个情况，你觉得该是无忧角还是要是无忧角？嗯嗯，好，我们回到这个实战。长完之后，黑棋手脚，白棋尖顶。嗯嗯。对，这个地方左上这个局部白的是处在一个子力上绝对优势的一个地位，对，拆过来，嗯嗯，接下来嗯，接下来白棋这步棋尖冲，哎，尖冲，这个现在是蛮流行的了，是、嗯，但尖冲这个下法就试试黑棋的硬手。可能你无论你硬这个还是硬这个，白棋都有点便宜的感觉。可能都会凸显白的，也有可能这个局部，就是以前不以后会相机形式，看着你怎么样。嗯，那你走这个呢，可能局部上已经被白的压扁了，黑的心情上不太好。我看这个棋，黑棋星位小飞的时候、嗯，如果对方尖冲，很多时候都脱先啊，嗯。好像脱先的时候偏多，嗯，这盘棋黑棋也是脱先跳起来，这就很有趣的一个棋形了、嗯、对，跳起来白的还跟着下，就是这地方，就是咱们来回顾一下，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棋形现在黑的跳白的是要跟着下的、嗯、就是说明这个地方还是大，那如果说明这地方大呢，不过当初呢，黑棋啊，白棋又不情愿就是走这类的棋。对。这类棋走完之后呢，又觉得这一带空虚了。嗯。这个，所以这一点是下围棋中比较难以掌握的地方。我想就是棋友们在实战的过程中啊，也可以慢慢体会。就是说我只是讲一个大概的一个棋理，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这一带觉得空虚，白的又补一个，那你补了这个的情况下，这两手棋那还是拿掉比较好，
就是有如果已经下后了，是再飞压有点重复嘛，有点重复是吧？就白棋子力并不是说太好。那么走完这个之后，这一代的棋形究竟如何定型，对白棋来说反而是一个难点啊。他不知道怎么下，所以他这不会的时候呢，他作为棋手来说，他要尽量避免出现这个棋形。嗯，所以他先试你一个应手，然后你来下呢，你下这个时候呢，白棋算是找到步调了，我就跟着你来下。哦，这个尖冲有可能是一种对寻求步调的感觉，也可以说是个诱饵，是吧？让你这边动手，我再跟着你下，让你帮我来这个围控。是，但是呢，这个地方呢又有一个矛盾会出现了，我们再看看几手。所以双方在这个局部啊，真的可以说是针锋相对了。因为 K 的压了几个之后，然后又继续压，就是 K 的这个敢于连压两个，嗯，甚至于是敢压第三个，他背后的无声的语言就告诉你，你敢搬吗？你敢搬我就断你，你任何时候搬，我这个断点都是很确定的，对，或者说我会毫不犹豫的，我会断你。这个时候我也会断你的，这个不会软弱的在里边搬，被你反而走过来。嗯，就这一代白的就大了。当然这一代现在还是个未知数。那么这个棋形呢，现在黑的又紧压了一个，他还是期待着白的再退嘛。嗯，再退的话，我想下面的行棋的方向，黑的就应该是在这个地方。这个面还漏风哈。对，我觉得就是要下了。该下的位置呢，在爬。我想职业棋手的话是会比较喜欢这样爬的。嗯。我觉得咱们业余棋友下的话，也可以下的简单一点，跳进去就直接跳进去，也没什么，就是直接就这手棋，但是。总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地方，因为你不下的话被白的拐下来了，这可了不得。现在这个完全实地化了。以前的围棋理论告诉我们，白棋乘四路空就可以满意。现在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满意的。在 AI 时代的话，真的乘四路空还是可以满意的。但是以前说乘三路空可能是马马虎虎。嗯。原来的话就是双方都可以接受，嗯，比如说就像尖冲，不考虑这个配置啊，就是尖冲两个，比如说走几个，我在下面爬，咱们不看这边的棋形啊，就是这种棋形，以前的话说双方都可以接受，现在的话就会判断为白棋比较好，黑的就相对就比较扁了，对。那么现在呢，起码还是如果真要乘的话，乘到四路空，不过呢。以往的围棋理论呢，是乘在四路上会很满意，但是现在人工智能时代呢，还不见得十分满意，因为这个像 AlphaGo 啊，我们有个著名的五路尖冲，是吧？尖冲它是四路子，那么就眼看着就想让你乘四路空。嗯，但是这样子围已经。这很满意了，这个不知道几路了，五路六路啊，这个是第七路，对。第七路了。并且这个拐下来，这个空太大，所以如果真退的话，可以接着下一手是爬或者跳，这个应该是可以。对，这个最后的时机，赶快进来破空。对，我们不要小看这种棋啊，就是比如说你走，我再往外走，我们不算这一代多了这子之后对白棋这几个子产生的负面的影响，就算这儿的空。我们点点是不得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你看这拐下来，白的起码少十五目左右，黑棋还少了很多目，所以这个棋并且还是先手，对，先手十几目的棋，我们这个理论上是要加倍计算，那么这个可能就是有30目左右的价值，肯定是要下的。不过呢，也因为这个地方是漏着风，所以白棋不大有心情，就是这么老实的退。如果说真的是拐的话，有个拐的话，也许他就对就可以满意了啊。所以这盘棋他是搬起来啊，这个就这手棋出现在棋盘上，马上
就棋局的走向就发生了变化。嗯嗯。现在黑棋是断上去，这黑棋没有，哎，这有一颗白子啊，这是一颗白子。所以黑棋没有心情再跟着硬了，是吧？再搬，对，是不是？稍微差点意思吧，并不是说是，比如说这手棋，嗯，能得到 9.5 分、嗯、甚至 9.9 分的话，嗯、可能，这手棋有个七八分总有的、哦，也不是说是一步就绝对不能下的一棋、嗯，嗯。但是这盘棋申敏俊还是选择的断上去，嗯，断上去之后马上就会，这就棋局变得激烈起来，在这地方就是一个双方一个战斗的一个场面，长的话，这地方是一个跨段，这个它不一定是这么蹦冲，你它可以更厉害一点的把这跨出来，是这个。白棋不太好，对这一代白棋是有弱点的，还是要补。一冲我一断，这一断这坏，这个白棋要出事了，啊、对。所以这个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地方，你刚才走在外边，我就来跨一段，这个棋好像不好收拾了。这个棋筋啊，不太行了，不好啊，对，嗯，所以他要走一个，对，还是要补一手。嗯这个地方，黑棋可以下的呢，还可以下的是这个，这个、可能他觉得没走到东西。假如被白棋还是继续走回来的话，嗯、这个地方黑棋这三个子还是有点苦的。因为这个头它还是不能一步棋转过来，是吧？能飞吗？有点漏洞。不对，肯定有漏洞。就是你飞的话，它也许马上就反击。对。即便不反击，我跳一个，留着你这个毛病，嗯、你也挺不自在的。是，就是这个地方，假如黑的跳这个呢，白的也许会走这个。这个是你就是，非常孤单了。对，这样子黑自己往外跑。白棋先把这个空守住哈。是。先是捞一笔，再看你自己这块棋怎么治孤、嗯。对。所以白棋呢？这黑棋是走这个，这个希望是能够就地生根，嗯、或者把你这个空破。是，因为现在白的走这个是不太可能，就是直接把你这个冲断。这样呢，黑的那通过这个打下去，他在这边也取得联络了。嗯、这样子白棋好像对吃的太小了。是，嗯，黑的。通过这个和这里取得联络了，所以白的也不大会在这里冲断。他是飞了一个，嗯。然后小尖。对，看到这个小尖，我也在想，这个棋形确实是就是围棋中所谓的，我们把它称之为是形，嗯，棋形就这么下。然后这个飞呢，其实有另外一种下法，就是小尖。这个也是一种棋形。对，我们一种说法说“凡间无恶手”。对对，就很多时候意思是说这个小尖啊，它比较的扎实，是吧？是是是，一般没有什么太大的漏洞。凡间无恶手，其实在之前的话，在人类棋的判断中，几乎真的就是这样。反正尖的话，基本上是有。我比较放心吧，我这手棋不是很，您说的可能不是 9.9 分、也有个七八分、对对对，但是现在确实有的时候不一样，你说随便小尖一个给你降了10个点20个点甚至于那就不太好了。这手棋它是飞，嗯，这个它小尖可能这地方啊，我在想也许是反过来的，就是它飞它可能用小尖，它如果小尖说不定它就用飞了、嗯、是。也是根据白棋的，因为是对飞的话，你看这个地方它还有一个飞，嗯，这一带是一种棋形，就是这个地方。爱好者们有没有对看到这个棋形是不是有种感觉、啊？就是这地方黑的还是有眼位，嗯，你走在这儿的话，你看就不自在了，对，这地方没有棋下了，所以它是要小尖。黑棋现在的主要的目标也是尽快的安定下来。那肯定能安定就万事大吉了。嗯，这地方白的是并刺一个，刺一个。这一招棋、他是担心什么呢？
是担心的是黑的是藏起来他是先手。他说我藏的时候在病吗？他病也许怕病不藏，这地方被他可能从先发制人受你根。哦，可能有这个担心，是不是？先自己病一手，哎，也有点意外，是吧？对，有点意外。他还是可能想这个方面把它分断，不情愿让黑的这个通连。嗯。然后呢，又担心他藏起来，我这地方没应手。我假如我刺着一下，病刺着一下，那当然他接下来就有棋下了。你藏我就跳一个。对。他是想希望下这个棋形，但是这个地方呢，一手棋白的应该是下哪里，我还不见得很清楚。是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点？比如说走着的话，先刺啊。啊，对。总之好像是在这一带怎么动脑筋来进攻？因为我有这个刺的话，你这边过不去了，我起到这个作用。爬可以扳住。哎，对你爬，我可以扳住。我这个子恰到好处。你跳也跳不过去。恰到好处，对，我加下来，所以这个点是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棋形，可能比这个更紧凑一些。点的话，哎，点是一个好点，还可以啊，是、啊、是棘锁。他这个棋假如不刺这个就点呢？点一下呢？也是点，他会贴是吧？交换到一下也不亏啊。现在白棋自己也很厚实，这换到他也不亏，确实，可能是找个时机，也许病之前先白的先点一个，可能好一些，有这个可能性。他实际上是病在这，黑棋是哎，这个地方他像着一个这个算是熟手，对他这个应该会扳住，先手交换、嗯，然后把这个。爬过了，联络。这不好像按刚才这个说法的话，我还是有个点。这点上这两个就不要了。不要了吧？啊、嗯。这个白黑棋倒是在左边轻松的处理。这个不，刚才我突然想起来，可能他也会藏起来，他也不要，是吧？这样他不好要，主要也是。对。为什么如果可以不长吗？直接冲过来，啊、把这手棋省了。你冲过来的话，我是这怕靠断是这不有个靠断吗？哦，是，你可以冲过来，我可以靠断。你现在冲不过来了，冲过来我虎一个打一个，冲过来你还气不够了。嗯，要比气啊，气不够，明显也是。嗯，那这个跨断有点严厉，要跨断先手跨断的话。嗯，所以这个地方，啊，他要比棋得冲再冲，这个熟手。啊、嗯，那他就是白棋认为有点担心，可能白担心这个刺不着。对，而且只要黑棋一长，你还是要回补一手。对。所以他想，我干脆先补。那这个显然是后手吧，应该是。嗯，黑棋没有心情跟着应。这手棋，给他打一个问号吧。嗯。不过现在是这种棋呢，咱们围棋中啊，以前有一个说法，就是有一手棋价值，可以说，就是不是说是一定是会差也差不到哪去，不见得是最佳，但是呢，它总是有一手棋价值，也有价值。对，起码你这我冲了以后，你上下都有断点，然后我外围的话，这一带都有先手意味。他现在马上，我看看。爬过。他爬过，然后白棋挡了之后，拆二，马上就把这个先手兑换了。这个就对，这个兑换完了，兑现完了之后，这手扳也下得很强硬，非常的具有挑战性。对这个扳啊，这个扳黑棋不断上去，这也不好意思啊，忍无可忍。是的，这棋。这其实明显是给对方留一个断点。对，太明显了。那么申敏俊也是当仁不让啊，断，直接断上去了。这个棋有意思，这个棋，现在这手扳，完全是年轻棋手的风格，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日本棋手的风格。对，
其实织野虎丸它的风格啊，嗯，其实织野虎丸在日本还蛮有名气的，因为他是拿到那个日本的名人头衔最年轻的一位名人。啊、对对 对, 对, 对，他今年也刚丢失了那个名人的头衔。对，啊、对，被井上裕太又夺回去了。嗯，但他当时他拿到这个名人头衔的时候，在日本不仅是奇迹了、嗯，整个日本的社会也是关注度比较高。对。十几岁的名人可能他算是破纪录的。对，当时好像是十九岁吧。啊、嗯、说不定就是十八九岁，对。那九九年出生、嗯、去年是好像是去年, 去年、嗯嗯、可能没有满二十岁的时候。这个棋怎么就居然就是是这样，他是这么打的，实战是我们看见是这样。这棋就是进程也应该就是这样了，但是现在就停下来了。我看看现在有后面有没有吗？进行。因为照理的话应该还是会继续压。这个棋。今天这盘棋进程。对，也很慢、啊。看的就是白的目标，对，就这黑棋的这根棍子。对，他当初敢搬就是觉得你如果断我就这么一口气推出来。推出来不就想让你这招法也很直接，就想让你这个无疾而终了，这个六颗黑。当初这一排怎么着看着像是后世的棋啊、哦？对对对对，如果不是、对，如果这个六颗黑棋就此就算死了的话，也是围棋中的奇观了。应该不会吧？对，不过毕竟这个申真绪九段也是韩国的三号人物啊，韩国围棋三号人物不会这么轻易的就被吃掉的。不是，那也不能就算活吧？那活了，那个像什么样？活了你，除非这个时候、啊、现在又贴了啊！其实这不你能忍受这地方给我掰吗？这个好像也不能忍，所以肯定得藏，藏的话我再压。你这个地方也还是依然不能让我掰。对他们说啊，说你。啊高手啊，你高手水平再高，你的棋也得两眼做活呀。啊，对对对，对吧？这一排六个子，当初是后势，但现在情况已经变换了。嗯，你也需要来做眼。是的，也要两眼做活。当时跟你说的这句话，就是高手也得两眼做活这句话的那个。相同的，其实还我记忆蛮深刻的，还有一句话、那是我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刚到国家队的时候，那国家队经常会有说这么一句话，就是你当时的日方的超一流棋手大洲英雄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嗯，然后呢，我们说的呢是大洲英雄和某位，这个我不能说名字了，某位女棋手啊、杀气。也就快一气、这个说也就快一气，这不是个笑话，这口气还能够浪吗？嗯，也就快一气，也就快一气、嗯、所以跟你刚才说的这些高手，再怎么样高手也得两眼做活，这是一样，这都是就是说这个也就说明做事情就是离开不了一个规则吧，对吧？你这个两眼做活也是个围棋规则，杀气快一气，快一气也是个围棋规则，嗯。这个棋挺狠的，一直线。现在棋局就进行到这儿。当然，这地方是有个断点了。白棋这地方有个断点。曹老们看起来白棋现在还是比较主动的啊，织野虎丸还是不当初这一般不看来这个引诱你来断，断上来之后，他就是这么比较简单直接的这种下法，好像还。效果还不错、啊。他这个断现在也不能成立，应该他可以搬这个。先搬。然后就不要了，这个就可以弃子了，到时候藏掉。倒是比较灵活。啊，就在弃子。我这两个大概好像早晚是要弃的。你反正断我还立一下。啊，对，立。我这六个能吃掉。这个不就吃掉了吗？这个、还是很满意的。对，这个有扳着，所以他现在应该不会马上断这个，也许要尝一个，还要再尝。你如果再压，再这个时候再考虑，黑棋再考虑能不能断。这样的话、嗯，这样子会不会形成一个转换呢？白棋再反打，还是白棋现在有没有心情
也有可能啊，一直不舍，一直不舍的话，我们来看看啊，一直不舍，一直不舍，他跑出来，你跑，对，我跑，能夹吗？夹死了。夹死了，夹死了，现在这个糟糕。你说的不是说一直不是，是你把它吃掉了。所以多少这个之后，现在这个是黑的是有点小困难。我觉得啊，就是说你直接断呢，我要搬你。嗯。你再走呢，我又多了一个之后，这个地方断不了了，断不了了，我夹死你了。对你如果现在不吃的话，就没机会了。啊，他来了，果然他是断了，他否则不敢藏，身上看见这棋应该是会形成这个结果。先搬一手哈。啊，搬没有什么变化，他打我就立。考虑到这两个，我只要把你吃掉，也许我可以走这个，是吧？那还有一个是，还有一个是走在这里。哦。啊，对，这个黑的可能也是出于无奈，他藏不到这一下，只能忍痛让白棋搬一下。哎，这个自野虎啊，现在还在常考吗？那个。还有别的下法吗？我是觉得没有了。今天这盘棋确实是，两位棋手比较慎重。你觉得他们的进程算比较慢，对，是吧？跟昨天相比好像慢一些。这个比赛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钟开始了，进行了也1小时30几分了，进行了。对，这个知野虎丸，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他，他还。那一年应该10几岁啊，13、14岁的样子啊，是参加世界青少年锦标赛，在捷克啊布拉格，啊，当年我记得当时谢一鸣也去了这个就去，他不是带队，他也是算是去访问吧，当时。抽空还给知野虎丸复复盘。复复盘。几年之后知野虎丸就已经是在日本要拿头衔了。是的。这棋手真的成长得非常快。知野虎丸是15年入段。15年入段是吧，对，他其实14年就已经入段，但是他们日本是有一个可能流程吧，然后就是15年1月1号正式算成为职业棋手。对对对，结果他只花了4年时间就升到了9段，并且拿到了名人头衔。那他是也算是就是特别的一个特例吧？是不是拿到了大头衔就直接封9段？对对对对，是他因为就是拿到了这个名人战头衔以后直升为9段。是，所以他当时是创造了在日本围棋创造了很多项记录，最年轻的名人，最年轻的9段，还有这个升段最快。反正这个算法很多了，所以在当时，因为日本将棋有一位将棋手，棋有一位特别的，当时也引起轰动，就年龄很小，然后有几十连胜，是吧？是叫藤井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好像现在日本的将棋的这个人气要比围棋还旺。对，是。但当时一位就是这位将棋的那位这个。新秀哈，另外呢，我们围棋相对的好像就是知野虎丸。是的，听说他好像是因为受那个动画片或者是漫画《棋魂》的影响学的棋。就是那个年代是差不多吧？推算一下是不是差不多？有可能，现在其实很多很多职业棋手都是当年受过《棋魂》的影响。不好像。我们中国的职业棋手相对好像还这个比例还比较小一些。现在知野虎丸还在常考，还在常考。对。这个知野虎丸有很多个，刚才你说了很多个记录，当然还有一个记录，我想你是想不到的。什么记录？是我们。山东维甲队请的第一个日本外援。哎呀，这个太重要了！他今年也是第一次参加中国维甲联赛，对。但是维甲首秀，原来是您给他提供的机会啊，曹老提供的机会。当然也可以这么说吧。对，那当时您怎么选择邀请他来参加维甲？不，他我觉得他棋力是特别强的。确实特别强，但是比较看好是吧？对，
其实跟我们的基本上的就跟我们一流棋手吧，水准也不相上下。嗯，哎，他赢过柯洁，是什么比赛？贺岁杯还是那个中日龙星战？铜山杯吧，决赛。龙星吧。龙星还是铜山杯的对抗？对，头衔对抗。嗯，几乎是完胜柯洁。那是也是有两年了，两年时间了。是，并且他近几年来的成绩一直也是比较好的。就日本的年轻棋手，其实已经就我们印象中。日本棋手他是比较传统的，但是年轻一代其实也是在改变变化当中，改变很多很多，他们也在通过 AI 在学习，包括像枝野虎丸，他就他学习的经历和传统日本棋手不太一样了，他是在道场，道场啊，日本道场就是，其实日本那个道场就是红道场，红金泉啊，是红金泉实际上是韩国人，对韩国人，然后他到了日本开办了一个道场，把韩国围棋的这么一个培养。一个方式传播到了日本，并且在他那个道场确实出现了很多这个比较优秀的棋手，像最出名的这个枝野，包括伊力寮、女棋手藤泽里菜，都在他的道场训练过，应该说枝野、伊力寮都是他得意的弟子吧，这个棋，还在场考，哎。不是，他是下的。我在想啊，这棋，白棋的下一手，应该是在这儿吧？这个很过分了。会再尝一下吗？啊，尝掉它。哦，他没有哎，他这个有点啊。原来他长考在想更狠的下法。这手棋要是能成立的话，那让黑棋很无语啊。黑情何以堪呢？不是这个出来，都觉得有点危险的。我觉得白棋这步棋，这是个什么形态啊？完全出乎我们预想外。我就往上摆一摆，往外走。这就打出来。那个接上，拐进去。但是这棋他觉得这一般是不是还行？哦，有一般，没有想法上，是不是也可以啊？谁可以啊？白棋，我这个是不是见不着还是什么意思？我就转身到角角里去了。否则的话，就不要了，这几个字不要了。啊，就转身了，啊，很灵活。因为你现在假如双一个，我就再接一个，是吧？那这个对杀，不过这个地方白的已经获利了，到时候也可能白棋也能下，这个不行，这个冲断了，对吧？他只能跳这个。这个我不知道黑的白的这下面是下哪一个？长跳靠这三步棋。小尖下得很强硬啊。我来看一看。看一个变化图。这个决议有一个变化图是长。长了然后断是吧？长了以后它是断在这里吗？断在这里。断在这里，他假如这样走的话呢，他就走回去了。就这样。这个觉得黑的还不错的意思。然后呢，白的是打这个。对。决议的变化图是这个。然后他拐。他提掉。就把这个拔花。这个好像白的好。这个，对。这个凌空拔朵花。这个黑棋不行呀。那黑棋。要杀棋只能是走这个，然后他就再避过来，这个怎么行？就这么避过来啊？对。那他打吃是要粘上吗？打吃还是粘不粘都可以。不过如果不粘的话，他是不是想粘的？我觉得啊，不粘还是有点风险，是吗？哇，不挖了吧？
不用碗了，就这个，就这个我接上，它只能接，对，只能接住。这白棋杀气，不，白棋死是肯定不会死吧？这样子是吧？就攻气比较多是吧？对，双活。如果双活怎么样？双活白的也不错，外围还是挺厚的这一带。气还有一个下法，就给它气掉呗。这样。嗯。不气掉，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找机会长掉一下。是。没什么不好的。这应该是白的好，这个图应该是白的好。嗯嗯，就说明他直接长，这个是白棋好，直接拐出来。黑棋白棋打这个还不肯是吧？觉得便宜的不够。对，还不肯。不打这个是这个情况，我们摆一下这个图，这个是要长掉。嗯，我们这一次的预想图可能是这样。那他也下了不少。这个图呢，就下一手白的这一带补起来，他觉得有一点点小问题。哦，补这个问题吗？这个的话，我们估计算他这个。嗯。因为这个小节先手。嗯，要一路搬过。这个地方他有搬出来什么的。哦。这地方如果做出一个眼，不是小节先手一飞又是个眼。哦，他觉得吃的有点。吃的不清楚。不踏实。我们看他的实战他是黑棋，白棋尖，黑棋长。嗯，这个跟刚才有点大同小异。嗯，他还是要杀呀。嗯，这个图他是搬了一下。对，这个如果断就上当了，虽然是可以把这几个吃掉。不过这个是黑棋大优，啊，对，这个黑棋反弃子，对，然后黑的在中间跳一个，对，这个不能断下去。这手棋好棋。如果黑棋就粘住，那还要再压你一个，对压，嗯，这个黑棋棋形。嗯，黑棋现在没粘，没粘。冲是什么意思？现在黑棋冲，白棋又挡住呢，这个自撞一气。他是觉得这一带有点关系吗？怎么样的？对，我现在是还没看出来这是。他不会简单这么一冲，而且我觉得也不是打将。嗯，也有可能是打将，不是说绝对没可能性。这是吧？现在这个还差这个打将撞一气打将，对，打不出手感觉。现在我们不太清楚他们用时。不是这个地方这个冲，有点不懂哎。对，不是，就是说会，哎，但字也不是还在考虑吗？白棋还在考虑。难道觉得这是不好棋吗？我是现在没看出它好在什么地方。就挡住。不过是不是字也看出来了？它不是没有秒下吗？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跟传棋棋谱有关系，对，有时间差、啊、挡住了。挡住。嗯。它飞，它这冲完飞，这个也许是一个步调。因为它这个农心杯，它不是在野狐平台上下的，它是韩国、啊、在韩国的一个网站上下的。乌鲁网是吧？应该是。嗯嗯，一般韩国比赛都是用韩国的网站。嗯，对，这个比赛是国内的一般是用野狐。对，这个比赛是韩国主办的，所以也是贴六母办。嗯，所以那天啊，现在虎王还剩六分钟，申敏俊还有八分钟啊，这还没有，还有没有读秒？读秒。嗯、那天顾子豪和谁下的？和啊，就是。昨天吗？就是昨天吗？跟是昨天是跟那个施敏俊，对，就是出现状况，就是昨天。不是，那您说的是第一天，啊、他跟日本棋手村川大介。啊、哦，村川大介，对，就是暂停了，是读秒没声音了，是吧？电对我好当时，但是没在现场，好像是说那个日方那边读秒听不到声音，是吧？就这样的话，就是是。日本棋院是首先
第一时间是打电话给韩国去了。嗯，虽然韩国其实我没上。海外部。对。对，不，但因为这个对也对，韩方是主办单位，然后有韩国球员跟我们中方来沟通，结果这个当时是比赛是暂停了一会儿。哦，是吧？对，短暂暂停。对，但是那当时该谁下呀？应该是该村上大介下吧，可能是。然后我们这个比这个我看见那个举动呢，我觉得还是很好的，有进步了。就我们也把那个，因为日方应该也这样吧，我们是把那个顾子豪，请理了那个座椅斜上，就我们现在看到画面就是。这个是职业伙伴、他坐在棋盘前。当时暂停的时候呢，就把他请到旁边去了。啊，请到隔壁房间，或者是换一个。也可能旁边嘛，旁边不、没有对着那个棋盘的屏幕，就是请走了。那当时让我同样想起的一个画面是我们这个是也是前不久，今年十月份的时候，农心杯。农心杯朴廷桓对。那个范廷钰，也出现了故障，就朴廷桓就是超时，多秒没下，就好像没有点上去、对，就是出现那个状况的时候，双方就是主办方啊、管理人员啊，都在交涉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处理的时候，反正朴廷桓就坐在电脑前，一直面对着这个棋盘。哦，怎么说呢？这个。因为疫情的影响，现在比赛大赛都移到网上了，其实也是一个新生事物，是吧？对，之前我们都没有遇到过，今年头一次，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地方呢还在摸索当中，要这个制度呢也要在完善当中。对，现在是在逐步的完善。他现在是白棋在长考。对，这个那冲完再飞和单飞为什么不单飞呢？是吧，曹老？他要飞可以单飞吧？冲一下撞一气好吗？不太懂。没什么好，反正也是，可能也不一定坏吧，我也只能这么说。因为这其实也没什么影响，是吧？我们随便放一个。就比如说他实战下在这里接近顶，比如说黑棋要走这个的话，实战就是这么走的，白棋就一退，那是你这两交换现在就便宜了，我们摆一个他便宜的图，这两个交换现在黑的是获一点小利，对吧？获利吗？还是获利啊？这个冲就获利了吗？对，获利了。好吧。因为这个气可能没多大关系现在对，可能如果和气没关系的话，也现在应该没多大关系，也没有实质性的损失。他现在冲反冲的，那反冲是怎么样接？有道理啊，是啊，是吧？对，冲完你如果挡，我就这个现在还能不挡啊？还要考虑这个不挡。现在可能黑棋就阴彩了，如果不挡的话，黑棋现在是比较头疼的时候。挡是白的，这地方是需要补的。白棋先是要先刺一下，刺怕刺不到是吧？对。哦，刺的话。但是过一会儿再刺，应该也能走到。黑的难道马上会接这个吗？这个地方被你压过来，不大可能。黑的，就是拐过来，白的补，怎么补？冲的时候单粘。冲的时候单粘啊，这棋、对这个出现了一些变化。对，白的应该会再压一个。先压、这个、对，这个好像是一个棋形了。先压也是问一下黑棋怎么补哈。经常会贴一手，还没下。其实这个棋它现在单接是有点好处的，这个先冲的话怎么样，也许有些场合也许这个是一步不太好的棋，比如说你现在尖挡住需要尖的话，它不挡是有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它现在可以搬出来。哦，你现在不能断是说断我这一个断你一个。
现在断我只能吃啊。那不管你怎么吃啊，我就光打，再打这个。那我这个就不太好了。对对对，白的就不太好了。如果白棋粘，黑棋粘，白棋要死。那白棋走别的也是有问题的，这个地方不能，白棋已经做不到安全运转，所以这个尖现在不能随手就接。是。他贴白棋，黑棋顶这个呢是对外面出头有好处。他这个接，因为接的话，白的就放放心心的就往这走。嗯。然后呢，这个地方反正就算给你了，你这尖就算你的了。嗯。现在我顶上呢，外边会出头，这地方我就准备了往下立。嗯。啊，白棋还是搬。搬啊，还是要搬。嗯。白棋一般是不是基本上上面是可以做活了？对。黑棋挡不住吧？这里能挡吗？挡有一点小风险。挡的话，白棋就断打。嗯，对，他有，如果断打藏出来呢？嗯。因为这个地方你要打吃这个，这个是个打劫，你也相当重。要打这个劫。对，这个有个劫。嗯。相当重。不过你如果什么都不操作就这么来的话，好像黑的也不太行，这一个拐。拐了我这一靠就不行了。白棋头在外边，这个不仅仅是头在外边，头在外边，这个有点出问题。对，它挡不住。可能，哎，什么地方要先什么交换一个，这种地方先断一个时候，才有可能有这个棋。嗯，我这个搬还是蛮凶险的。嗯。嗯。哎，又挡回来了。对，挡回来的意思就是想尖这个了。其实他这样，是白棋搬完以后，如果走到什么一下的话，白棋就下这个也非常大的一步棋。嗯，你现在尖也没什么意义了，尖的话我就挡住你就是了。嗯。所以很想当时这时候就下去。这手棋不搬下去，这手棋也是非常大的啊。对，搬不到了，白棋拐回来。拐回来。现在白棋也是把这个补。对，也只是要补。不补的话，没肯定要补啊！你不补哪行、啊？总是要补一手的，是吧？啊，对啊，不是，你还要补的好一点的，你不能，你像这种都没补好啊。对吧，我这挤了冲过来。嗯。然后这个可能也不是补得太好。我有打吃断了、哦。这个我直接打吃了就断进来了。对。这个地方有个叫吃关门吃。嗯。所以他只能走这个。这个的话以后黑棋藏这个还是蛮舒服的。哎、嗯、那现在看这个冲。便宜了吗？还。对吧，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嗯、是。高手的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能随便质疑。哦，他是这样想，这个冲。嗯。接。带望的接，等于走着了。现在白的我觉得是接也行，不接进角也行。白棋要选择一下。接是可以下的。白的也是可以下。嗯。如果白棋接。这个刚才说了搬可能是有点危险啊，他就双一个、哎、双一个是不是也有点危，这个地方他有没有双照着一边，这样子是其实白的简明一点的话就进角就行了，转换吗，也是可以下，吃掉，嗯，这样形成转换。嗯。这个也是可以的。嗯。这也是一个。嗯。
一个可以考虑的变化啊。现在白棋虎纹好已经进入了读秒，进入读秒就是必须要在一分钟之内落子。嗯，现在白棋呢就是在考虑是粘还是进角。都已经进入读秒了吗？虎纹进入了。哦，虎纹下大身还没有，好像下了、这个、还有几分钟。嗯，这个嗯，申敏君还有五六分钟进角了。嗯，哦，进角了。考虑了之后呢，白棋选择的拖，嗯，就像曹老这个预计的哈，也可以是进角，就拖了藏进去，白的是也是不错的，嗯，第一感我觉得白的不错。那现在黑棋还在考虑当中，嗯、干脆借这个时间，我们也稍作休息，曹老。好的，嗯，好，一会儿回来，一会儿再见。多精彩，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的，欢迎回来。嗯，刚才说到这个。靠的时候啊，然后最后是白棋是这里黑的，这里这是黑的先手权利，嗯，长，这个黑棋很舒服啊。以后是不是接还有先手意味？对，怎么这一串感觉好像白棋没有下的最，有点不满意，对，有点不满意，是吧？嗯，没有下成他最理想的变化。这个黑棋搬，那这个地方有点委屈的话，是不是这手棋可以下在这里前面？这样，刚才不是说有，就给他呗，你走这后我就不理你了呗。啊、哦，就是你搬也好，你在街上我就把这个吃了。嗯，就是不要执着于就是攻你了，我这次可以给你吃，我把你这个吃掉，这个吃掉也很舒服。是。灵活一点，这个看着有点不舒服，被他藏一下。将来黑棋再一粘，还有先手意思。基本对，基本是先手，基本像是先手，要不然整块白棋呢也不活呀。啊，不过他可能也不能算他先手，你是要接的话，嗯，我如果这个手一折，上面有机会能走出眼。这样如果挡。我就不理了，这有一只后手眼，对，是吧？对，那我脚上可以脱先。嗯，不过我这现在我也可以不理，倒是。这个是黑的有强烈的先手意味，可以是可以这么说。嗯。现在黑棋搬这个。搬这个。搬这个那白。搬这个要准备要补回去了。对，这个黑棋还是要补啊。嗯。走这个，再把这个粘回去是吧？哇，这个搬过去太受不了。哎，它实战长，哎，这个很强硬啊，长不怕是吧？这个我接回去什么情况？对呀、啊，这个不怕吗？接回去它就再搬出来。这一接本身目数就目很大，十目强啊、嗯，本身就十目棋，而且然后他就靠着这个往外搬。白的太想接这个了，这一接上面已经是就后手眼，后手一只眼，这个很复杂哎，啊？这管呢？过能跳吗？能跳吗？拐的话，还被你一靠还出来了，对，拐一个怎么也我藏你也，对，藏你也弄不住我。对对对，这一跳厉害。不，很乱，不是说厉害，这个多少个断点，这个在一分钟之内能算清吗？拼了！啊？嗯？哎，现在白棋也没粘，白棋现在没粘，现在一粘的有点看不清，一粘确实有点看不清，但是假如这个能成立，黑的就不活了。现在因为白棋啊，白的一接，白棋现在读秒也没时间算，这个最狠，这个能成立一下子就结束。哎，现在是这样的，白棋先冲，他这有可能是打将，冲了一下之后。把这个粘回来了，
这个打枪，有点损是吧？对呀、啊，这个真的是打枪嘛？因为我本来以为觉得他可能要转回来，是我正在想说，这两个捐款是不是便宜？有可能便宜，但是也不一定肯定，就是因为这步棋走完之后下步有断，对，但是我直接吃完之后呢，这个打也挺大的。那这个冲看节奏应该是像是打将的意思吧？打将，对，有可能是打将的意思。不过这接回来实在是太诱人了。对，不是，这棋还是挺精彩的。精彩的，对。我们前面说这这个，棋，如果实在没办法的话，黑的也许只有靠在对，现在这个日本年轻棋手的棋风啊，其实也是比靠较的在这，激战的，靠在这也是有问题的。他可比以较耗加，战。他可以加。看不清，我真的没这个。那就回过这头来个看，当初白黑棋这个搬了长，是会不很会过非分常了？狠。对，如果结果不好就过分对，这个棋要是不好就过分，如果说能撑住，那说明他这还个就可是以，效率对，很是。高。这个情况现在还是要实战解决。黑的棋现在也马上也进入读秒了，胜负在最应后该我觉得最白热化的时候。双方都进入读秒了，这个看时棋，间，应该差不多都要进入读秒了。子夜辅官不是已经读秒了吗？对，就是刚才申真绪还有5、6分钟吧，但啊，是我们经过一个休息时间，估计申真绪也应该也进入读秒了。这个棋，黑棋也要做决断了，怎么出头？吹的黑的是。这块棋肯定要救活了，这块棋不能死，是吧？这个现在没有什么转换的余地。对黑棋来说，是不是曹操搬除了搬，还有别的下法吗？那我看看这个靠。他也可以这个。这样子，哇，他外面哇，打。这样子，好像黑的这样是黑不太棋行吧？不太妙啊，对，走这个的话，我要把你撬在里边，对，这个撬封，跳强行冲，封锁，挡住。然后这个战斗是个什么情况？现在黑棋呢，如果有保留时间，也不会太多。对，马上要进入读秒了。是的。那个棋，我们现在看他怎么下。估计呀，就是有保留时间，现在也全要投入进去了。算一下，现在看着黑的很危险。黑棋只有朝外跑啊，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别的头绪。对，不是往外或者，跑啊。哦，这都是这个后没手，用了，全不是是后手。这个你能跑得了吗？问题现在是能跑得了吗？对，搬。先搬上去再说。看白棋了，看白棋是不是来对上？这棋它有一个这样的，像我们，当然每一步棋都是很关键的，对，打吃，我尝。打吃，这个可能都是单行道，接上。我单占吗？单占你，危险。我不知道，我看你这样行不行？这样。对，这样对，这样，就这样的话，这边白的应该没问题，这边有问题吗？这边看着气也很紧，好像能白撑棋住。能撑住，对。因为白棋这一串争子他都不怕，只要出现争子白棋，跳住了，这一串都有作用。不过因为能封住这个，这已经是你死我活了，啊，跳了，啊，也跳了，跳封住了，跳封住了。啊，哎，难道就要在这里一决胜负了吗？对，一决屠胜龙，负。知野虎丸现在开始要屠龙了，看看能不能吃掉黑棋。
吃不掉白的就要崩掉了嘛。今年日本队的战绩还不错啊，前面许家元先赢了一盘。赢了一盘。嗯，村上大介那盘棋其实和那顾子豪也蛮有机会的。啊，也是有机会。不，今年日方的话，我认为是历史上参加农心杯的最强的阵容。嗯。日方的阵容就全是头衔的，全是冠军，日本的各大冠军。对，并且也是非常年轻，有朝气。对，日本队可能是井山裕太年龄最算最年长的吧，八九年，31岁，嗯。这个是为了啥？搬下去，这个打浆也是非常损的。这个打浆，这个是打浆，看不清啊，都得花时间计算。这地方说明是完全没有那个头绪。对，不是完全没有计算清楚，因为也可能也跟没时间有关系，就已经拼出来了。一般，现在。这个浆本身就特别特别亏，不是，就是我如果跟着走，这个打浆呢，这个打浆有一点点好处，就这边如果对杀的时候，本来白棋有第二个是打车的先手，但是这个局部实在太亏了。哎，虎丸反打一浆，反打一浆啊，这个是可以的。这个他总要不是虎丸，不见得是会这么做眼吧？如果算准的话，这么做眼也行。就是有这两个打吃，跟这个死活有关系。这个算路也比较这个多一个确实有关系。现在我其实也蛮推荐虎丸再打一下，打一下，又再多争取一分钟的时间。这个有可能是个劫财。就比如说是这个跟这个对杀时，这个不见得要打，不过也倒也不是，你这样走这个的话，黑棋机敏一点，姐你也得走这个。嗯，不，现在他如果要为了保留这两个的先手，就这个的先手跟这个对杀可能有关系的，冷静做活，这是我的推荐。啊，因为现在不是这个已经这个局部已经没关系了，再怎么样都没关系了。我自己做活，做了活了就万事大吉了，就是要把你吃了。他这个棋，还能直接脱先吗？直接补中间是吧？对，直接补中间也是一种思路，是吧？就是这个就可以不走。嗯，中间补一手，然后白黑棋打吃的时候，不，他不是做劫，没关系。打吃的时候他是这个对杀行吗？这个，哎，这也虎啊，听见我的说法，对吧？我们先看这个行吗？和曹老师思路是相似的啊。对他这个行吗？他觉得你中府还是逃不出来，是吧？这个他走这个好像是行了。那个，这个是白棋快气。嗯。啊，白棋快一些、啊我看这样，就这样，这样是白的就走这个，这是白棋也已经可以了。哦，就这边是不是这边对杀，主要这个和这个对杀。现在黑棋假如走这个的话，你是没眼，我一般。嗯，是吧？没眼啊，对杀还有点关系，我得什么掰翻长气什么，铺一个一般，你要走这个，你这边就紧不了气了。嗯。这个是白棋局部对杀是可以的，对，嗯，就当时不补这个，在中间补这个也是可以的，也可以、嗯、对杀，但是呢，这样对杀应该是黑，但是这个棋呢，它是这样，
作为白棋来说，他应该有信念，就是说我敢这个时候这个局交换无所谓了，我敢下这个，就这局部我已经把你搞定了。要搞不定的话，黑棋不下这个，我来搞你这个，你出来你也已经完了。是，所以作为虎王来说，这个呢，这个跟这两个之间呢，他选择了一个更稳妥的作业。嗯，我也不知道后续变化，也许这个是有用的，就是多半会有点用，就打有点用。这个是先手，这个很关键，也许会很关键，跟这两个对的对杀。所以呢，虎王是虎王就把问题简化，我还是把这个重点放在中府啊，对这个边上这一点小利就不计较了。对对对。也是一种策略啊，就不计较了，不计较了，嗯嗯，是，这个快棋赛确实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那他现在的话，冲，挡住，对，应该会搬吧，会搬，不断。断打完了呢，我现在是真的是没看出黑的中府有处理的手段。虎王啊，你看不出黑棋有处理，还是看不出白棋，看不出黑棋能有凸显的手段、哦，现在总是要断打吧。断打对白棋黑棋来说，断打是不会亏的、嗯、这个也总要断打，总是要断打，对，但是这个接下来对盛敏俊来说，他每一步棋都是要用到一分钟左右才落子、嗯、但是下面这一步呢，总是要选怎么要找出一些头绪来，看不出来呀，刚才说贴这个是吧，是贴这个吗，如果贴的话，嗯，是不是白棋打一打跳跳就可以？对呀、啊，是啊。那他如果长呢？长，我也打一打吧，这打也没什么亏的。嗯，打一打，打一打，长，随便下呗。这样子，再把这个，哇，战线蔓延到那边去是吧？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这个也许会有用的，这两个打对。是不是这样也有点也乱呢？要不我看一个决一的变化图，靠出来可以靠出来。趁现在有时间，我们看一个变化，看看决一的意见。啊，他就是打了之后尝这个，尝这个招，嗯，然后。他小尖是吧，嗯，出来小尖，然后把这个贴出来，他这里贴出来的话，这地方这个家有吗，就这个家啊，这个复杂，太复杂了，这样子站出来乱，一盘乱战，对，这样子白棋也得长，也很危险。白棋也很危险。白棋很危险。不长，它可以继续往那压。你不能再长了，再长的话，好像这地方要被夹死了吧？哦，是不是被夹死？这个如果走就搬，是吧？如果冲就搬住。好像也夹不死。这样子，哎，对对对对对，我把你顶死。顶住。那但是黑棋是不是拐是先手啊？拐先手。拐是先手。拐先手的话。拐这个。不拐，他得断下。啊，就直接先断。断下好。拐的话这地方是个熟手。这地方黑棋拐完以后啊。嗯。我这走完。这地方搬一个，这个地方可以冲过来。哦。但是我。先断。我先断下呢。防止你顶我冲过来，你这个呢，我这边一口气没开口气。那这个总之这边还是复杂，很复杂。中府比我们想象中要复杂。那肯定，这气太紧了，所以这些虎王幸亏是走了这个。
不，刚才没有走啊。按他的说法是不走这个可能更好一点，中间走一个白的已经。哎，现在黑棋应该也进入读秒了。读秒了。这步棋怎么这么漫长，还没有落子？应该是有问题了，应该是落了。啊、哦，对。好，现在就是下到长。嗯。那这个局势依然是很乱的。对。现在不好说这个。他觉得这个地方还有问题。要从这里还练。对对。拉出来。那如果从这里拉出来，等于是黑棋白棋这边一块。这边一块，这边一块。这边一块。三方。嗯、头绪很多。都要处理好。现在这个是进入白热化的战斗了。白热化，白热化。现在考验白棋，前面这种打吃白棋都可以不用动脑筋，但接下来这一步棋白棋要想清楚，就双方都不能出错啊。这个直野虎丸，哎呦，这个露出了一些好像有点为难的表情啊。嗯，因为走这个也是头疼。走地刚才好像 AI 是放在这儿的是吧？嗯，先打，黑棋白棋先打吃。啊，接上。这是他的权利。凶险。双方都。双方都很凶险。凶险。对。都不能出错。对。哎呀，这个就是在刀尖上的舞蹈。嗯。现在。现在打完之后是一将，白棋还得落子，还要，还是在考试。这个还是这个。尖双是吧？尖的话，他尖也是有点问题，他也要考虑啊，他也要考虑这个。那白黑棋这一串，就是尖好像他这地方我可以走这个。那我只能冲，是吧？嗯，冲的话也许要只有走这个，你走这个的话，局部我已经脱险了。这一招我粘了您袜哦，然后再扑，对对对。那时候刚才不能单走这个是吧，曹老？单走这个的话是白棋会打。现在我们看实战，它是双了。那这个很危险。现在轮到黑棋。就这个地方。轮到黑棋出刀。黑棋这个地方出来的话，这一带它都有先手。先手。嗯。哎，会不会最后要跟这边比气啊？我觉得。没，谁跟谁比啊？没这比。黑啊，嗯，没有，这块和这块没气，你这肯定跑出来嘛。嗯，我这地方就一路压过来。这个手棋还有别的变化，就这个地方是有头绪的，还得长，还得长。长的话，这个地方撞一个，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一段，保险一点，这一加，这几个都死了，已经死挺了是吗？挺了。这么看来，好像黑白棋吸凶都解锁了。啊，但现在确实是读秒中还是有一些未知因素，可能也是一直线的呗。嗯，单断了，这个好像朝着这个设计这条路越来越近了。啊，断了一下。先断一下，刚才我们说了这一段，可能是跟这个顶有关系。对，这个算路也很深啊。嗯。申敏俊最近状态还是不错。嗯。这个11月初是进入了 LG 杯的决赛。决赛对。计划是明年2月份和柯洁九段对进行三番棋的争夺。嗯。他们两位，他和柯洁好像都是第一次进 LG 杯的决赛。对。LG 杯也是诞生了很多的新冠军。是。哎呀，现在虎丸有点可惜。其实、这个、虎丸刚才如果上面不虎不做活，在中间补一刀，
那黑棋这个打将也没必然性。对呀、啊，他打将是可以不用走的，也是一个直接就中央来了。这两个黑的交换当然是便宜了一点了。嗯，结果是便宜的，但是他可以不可以直接冲出来？嗯，那里有可能是个错进错出，是吧？对。所以快棋当中确实是你不能要求的太完美。嗯。贴了。那也可以总可以要求一下的吧，不要求太完美。贴一下然后走这个。这个点倒也是我们刚才摆的。白棋应该是会走这个。然后黑棋继续贴。这绝不看不出。那就是说现在一跳过来之后有点一本道了。是不是变化比较少？如果替白棋想想办法的话，这步不能省啊。这个你这边如果补回来的话，黑棋。这肯定不行，这被夹死。黑棋夹。他和这个要出手，然后连压两下。还压吗？不用压了，不用压，不用压。反正走这个也行，一打吃，那谁打这个？我们再看看啊，这个棋，冲，搬，搬住，再冲，搬。这条线，这条线还能冲出来是吧？再冲。不是，这三个总是没有啊。对，后面就已经。补还可以打的先接上。对，这边不行，这边打。不，这三个肯定是要被吃了。看看三个，看看你刚才说的某一个图有什么转换。哎呦，有点小变化啊。哎呦，真的是哎呦哎。这个很顽强，看看它是。这样的时候，既然下在这儿了，头顶在这里，他先把这里问题解决了，就是你走这个时候我要搬，因为这样的话你搬不动，我一断，你这三个子就被吃掉了，所以现在走这个，先这边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这边的问题依然还是很严重的哦。这一家我。猴是吧？猴，好像还是不行。有没有一点点帮助呢？另外，我现在走这个，你是下什么？我不是搬。你搬对是要搬，我这长是先手啊。长现在这一家还下什么呀？现在来了，黑的是下这个了。一贴这个，他只能在这里不理了，往这里搬。对啊，不能让你这个成先手。那刚才黑棋如果直接就单长嘛，行不行？怕他点。不是，对，他就是这边会处理的好一点。然后不是你在走这个的时候，他就跳了。他总是有某种比如说我这点，对你说的这样，点完，点你都很有点困难了吧？你接上是后手啊，我点个点，我是不是已经半个头出去了？就算我这走，现在你走这个，你这个次序我现在没想好啊。比如说像这样，对，我从这三个弃了，我是不是还可以战斗？就是还有这个回旋的余地是吧？这个白的还不错的，如果说能把这吃回来，现在局面也挺乱。还有回旋余地。但是我们现在看见的是白的是搬，黑的是搬这个了。现在白棋也搬了。白棋搬了。白棋搬这个，我这个是先手，难道是有问题的吗？这个是绝先吧？这一段不就行了？对，这个次也是后手，这个次也可以断掉。对。然后这一家，你说还要从哪里跑啊？这个，这是哪里跑？我什么地方看错了吗？现在，嗯，黑棋还没走，但是接下来一长一家，这个是
哦，白棋是不是顶不住？它有一点点的可能性是这个，靠这个，冲吧。啊，断。对。要做活吗？白的，白的还有还有棋。是吗？这要做活？真的还有棋，真的还有棋。活了，这个就是靠这个冲一个粘一个先手再做活，是吧？对呀、啊，是啊，是啊是、啊。在现在来吃，你现在吃来不及，我不打了打是这样来不及。然后你得补一个，补一个好冲出来，你也来不及，我打吃。哎呦，啊，是我就走这个，你现在是能现在点来不及。我这个当然落马一点，我可以走这个，一样。叫吃不走这个，万一你还有一个。转换的机会虽然不大可能啊。嗯。我铺。这个现在在铺。你吃我个鸡不归。嗯。我这期黑的也输了，被我的提掉了，肯定不。哦，哎呦。所以它还是有顽强地方，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个棋有意思了啊。对吧？这棋真的千变万化。对，这个就这样了。掰。长啊，这棋这个高手的棋看来都是韧性十足的。哎，搬了一下之后再长，不是后手了吗？什么意思？搬了一下再夹，这还这个能好乱啊！好乱，好乱，好乱。抽蓄，所以这一分钟一步确实是。也是考验，是靠出去了。嗯，很显然是靠出去，靠着他可以冲了拐打一个。现在靠，啊、拐打一个嘛，他也总活了。拐打。嗯，他长是先手。长是先手。他不管补哪吧。然后冲，做活，是吧？是不是要活？那活了，活了，这棋这边这个搬到这儿，这个就吃不掉了。也不一定，这还能吃掉？我再压几下的话，不，这个来呢，我这来呢，比如说翻住。嗯，这个压着先手。对，我这时候再压呀。对，这压着先手不行。复杂呀，好乱。不过黑棋这个白棋这个顶一个也确实是急中生智。嗯，这个顶是不知道是虎安之前就想好的还是。嗯，这棋凶险呐、啊。嗯。我们还是跟上他实战的进程，这边都没下。嗯。至少把棋局现在变得很乱，很混乱。精彩啊！职业顶尖高手之间很难看到这样对杀的，是吧？嗯，这个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对杀攻防。这个人类棋手，我觉得谁也没有办法说这个在快棋当中算得清清楚楚。对，是的。嗯，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时候是一种棋感吧，是一种你的直觉。直觉棋感，当然也是会有一些计算，就是第一感的计算。嗯、对。当然，你可能是要计算一些变化，但是，不能百分之百确定的时候，这时候就是凭你的直觉了。嗯、对。这种直觉也是平时的积累。应该是会靠一个。嗯，混乱，现在非常复杂。现在白棋还没有落子，嗯，这个靠是可以考虑的一步选点，嗯。虎丸他其实他的兄弟，他有个哥哥也是职业棋手，嗯，虎丸有哥哥，有个哥哥啊，哥哥好像是叫龙。他是虎丸，哥哥好像龙丸，不是龙丸，叫五个字，日本的名字是五个字，
啊，龙之介吧，好像是织野龙之介，没记错的话。啊、这样啊。嗯。哎，这两手棋放在棋盘上了。哎，果然是这么下的。嗯，这个会形成一个什么一个结果呢？这拐一个是应该会下。嗯。然后呢？这个棋我扑不敢不能扑了，我得走这个。啊，实战就是这么进行的。不是，我这可以藏一个。先没断，这个没交换。没交换，可以。先粘。现在没办法，黑的肯定这些。先粘还是要粘是吧？黑的肯定这些。这个然后这两个次序，这两个次序关系不是很大。这个还是断也是绝先呀、啊。不是你先一点是把他这几个吃，好像这样白棋。大获全胜可能是打出来把这两个吃了你吃我皆不归。哦哦那。那不行吧。那不行吧。如果点白棋是可以打。嗯。打吃再打吃。嗯。啊你提掉也好什么也好。然后把这两只吃掉。送我一个皆不归。对。这串黑棋大龙是可以联络。对。我这提着先生，但是对，我找个机会可以吃到这里。但是可能中府黑子就，有点、嗯、这个是这个头应该黑的不能考虑的。如果这样子的话，中间就变成白棋的主场了。这样，白棋下一次应该是断进去。断进去，这怎么样？落子，现在是充分利用这一分钟的秒。怎么样能达到一种平衡呢？双方就是棋局还能进行下去呢？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哦、啊，叫大杀小输赢，是就特别激烈的对杀。对，我们看看他有没有大杀小输赢的可能性，或者杀完就定胜负。对，最后又会形成一个很神奇的一种平衡的状态。这种情景也是经常出现的啊。这肯定是要断吧，这是不断，这虎安没下吗？不，我们现在这个，当然这个我们现在网络和他对局的网络不是实时的。对。还要当中，有时间差。对。有个时间差，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棋谱是经过这个可能人工也好，或者是机器也好，再摆一遍。对。嗯。所以他有时间差，有的时候一下子出来好几步。虎安，这也虎安，来考虑吗？这个应该可能不是现在的实时画面，可能应该白的已经下上去，这个断还不断，白的还有别的棋吗？表情上来看，曹老从表情上来看，两位棋手，您觉得谁更紧张一点？都很紧张，都很紧张。对，现在这个盘面没法放松。嗯，其实申敏俊应该现在也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上升期。嗯，他首进世界大赛的决赛，而且国内是前三，应该是这是他最好的排位了。对，第三，现在排到第三是他最好、历史最好排位。但是这些虎玩也不错啊，对吧？嗯、这几年战绩一直都是。非常出色的。这些虎安就是最近和景山裕泰这个对抗，那个番棋的成绩下的糟糕了一点。对。哎哟，形成转换了。啊，真的是这个形成转换。那反正肯定是不是棋局会马上结束。那当初做的一路看来是很明智的。啊，是要做，不做就完了。对，不做就没有这个。哎呀，这个真是叫浮现千里啊！打吃应该下一手会长，这个也是不，他这个次序，这个应该会必然走到这儿就不归了，是肯定的。那我在想啊，就是这两个是先手走掉，实际上黑白棋先下这个再断这个，他能不能先走掉？先断，先断的好处就这一期不紧。对。现在是不是他也能走这个？哎，把你这两个吃了。
哦，冲这个也有可能，但是也不一定就这个就好。嗯，不，这一步紧的话有好处，我走这个，我直接就吃这个，这个变大。嗯嗯，就是这样，比较微妙。现在是他先交换这两个，白棋啊，黑的计算通过计算觉得让白棋做活。这块棋就要死，这边就出不了棋，对，可能，所以他就点。但这个棋总体上我觉得应该白的还可以。嗯，现在白棋打战线是有点长，但是黑皮吧，他不是粘，应该会提，应该会提。哇，这个大型转换，大型转换，就当时这个像这种虎啊，他不见得会算得这么深，是吧？但他有一种感觉，觉得可能会这两个会有用。他如果要还跳着的话，这两个肯定会有用。果然是用上了。他现在没时间，就没时间考虑到这个可以不理。对，中间这个不理补一手，然后还是依然可以对杀，把黑棋杀死。这个，那这是到现在为止就是黑棋白棋可以一招制胜的那个地方。对。现在实战就这样。吃吃。现在我们看了白棋要不要吃在这里。哎呀，现在好像这个又是一盘新的，好像又是一个新的起跑线。你看吧，这个地方可能这个断的时机不太好，断的太早了。太早了。对。它有什么早呢？第一，让白棋看清了我这个顶不能成立。本来当然不是说每一个职业高手都能看得非常清楚的，这地方早就脑海里就有了。当然应该有，我觉得或者绝大部分的人也有。本来是默契的，但是也有可能。我会差一点点，正好没有想到，就是说有一些漏洞嘛。先把底牌亮。了盲，不，这底牌亮你是亏目。亏目亏眼，你这接下来绝对的后手。早了。早了。也许可以先不下。他主要是我，所以我说这个这一顶，哎，黑棋这一顶啊，突然是。这一顶，对，这个怎么有可能是，是不是一个这个我们刚才说急中生智也好，或者是一个他的感觉是吧，棋感确实是还是不错的。在刚才很危急的时刻，他先吃这个，还是化解了。吃这个。这地方以后肯定会出问题的，要那虎一个要下来，肯定是还没处理好。但是现在这个地方他应该怎么走。现在中间这个定型也比较关键。对，他跑不跑这个是不是。白棋单虎了，直接黑棋直接虎了。对，这个虎很大的。我们现在也是跟各位棋友一样和这个棋局盯着现在实战的进程啊。体会棋手的这个心情。这虎的话对白棋是考验，他是拐回去呢还是怎么样。拐回去可能有点麻烦。可能是一个本手。拐回去，然后再从这里搬出来。这些中间这子也不要了。那没法要，没法要。他不能，他如果还要，这个战斗他能看得清啊。他的药还不见得要到这里，这不一长的话，棋形都崩溃了。他要走别的话，我这地方是有眼，然后。这个地方下来好乱。那这个地方这个时候是这样的啊。白棋有机会补一个吗？白棋现在搬，比如说这个不走这样断，这个形势怎么样我也来不及判断。对，这个提是先手。对，没有什么，就提掉了，提是先手，然后断，然后这棋好像确实啊，曹老他为什么不吃在这边啊？因为他觉得这边大呗。但是
这个是一瞬间就是稍出众即逝的机会啊，这个地方一打吃，我把两个，现在我提两个是先手，不过呢黑棋呢也是抓住机会，我先虎一个，现在我吃这个你先提两个就是后手了，嗯，我不是要抓紧提你这几个、嗯、这棋乱了，我觉得虎完好像什么地方步调乱、这个、会还是补在这边好一点，也有可能，然后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现在就拐呗，他现在是拐这个战线又长了，这个白的都不活。对，哎，现在又是啊，这个刚才白棋是化解了一次危机，但是好像马上又进入了下一个危机。他好像这两手棋都有点脱离主战场了，这个断打跟这个白棋啊。对，这些子，嗯，吃的虽然大，但是其实对白棋没有什么死活上没什么大影响。但是这几个子其实是关键、这个是绝对不能死的啊！搬，他当然是不会想到是要死。搬他就连搬过，是这意思吧？嗯，因为当时他这样，他如果走这个的话，他也是要跨断的，是这意思，大概是这个意思。嗯嗯，很乱，这个场面。对，不过这个不失为一盘精彩的好局。太精彩了。就下得很刺激、嗯、这个战斗从上面这个尖冲开始就一直绵延到这个，对对对，从棋盘上方一直绵延到下边，啊，他就这个就下面就比较简单了啊，这一吃这个他吃吗？吃这个吗？还是友好了。吃这个也是，现在也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有没有什么棋啊？操了。搬他这些搬过。就连搬啊、哦，搬过就好。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他补一个，这当然是欠着半手棋。现在也需要，现在对局者可能也要需要判断一下形势。嗯。白棋啊，吃在这里了，把中间这一圈吃掉。嗯。现在不知道这个目数怎么样，果然是大杀小输赢啊。对，他这棋呢，黑棋这两个就没必要，黑棋也是一步差的棋，我觉得那他不如这个呀，不如单吃嘛，以后我直接就飞下来啊，没必要交换这两下。对，不，这个好像帮对手过了，搬了连扳过了。嗯，换一颗。现在该黑棋，该黑棋了。对，嗯，这就控怎么样？嗯，现在就是需要判断了，判断形势。嗯、不过这一下交换黑棋，当时还是挺心疼、啊，挺心疼的。刚才我们说之前这种粘还有点先手的意味。嗯。因为对对对，现在没有送了一个子之后，差一些了。好像这个当中可能，哎，双方各有啊力大不少的错误，这个力也很大。对，不利本来白棋可以这个加过，对，力是先手没有吧？嗯，这个暂时的话，这个断好像不能成立，它可以一直打过来。对，走完之后的黑车下一步会在哪里？嗯，现在要进入收官了，收官模式。我们看看这个十控怎么样？嗯，这个老帮我们大概这个都算黑棋的控吧？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二十、三十、三十六，对，四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五、一。黑的有六十来目，这个地方肯定有了，黑的六十目肯定有，这地方现在不太好好点目，看看白棋的目，这都是干目啊。对，
十八、十九，先算它二十。嗯。这个地方街上还是欠一点，就算它多少亩吧，八亩。嗯，二十八。啊，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一三二。三十二，就下面这块。这个都已经点了。都点过了。是吧？嗯。就算下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下边，哦，下边要乘到三十几亩，三十来亩。啊，要能乘到三十亩的话，那白棋就不错。啊，对。哎，下哪里啊？还没走。哎，这个白的，这个必须要下到，这是前面下。啊，还是硬了。我现在这个地方应该是还会有问题的。对，如果这块全都是成了，还可以。白孔白棋时空还不错。嗯、对。但是看起来是有点。有点薄位啊，就看看黑棋有什么手段了。刺，这个要粘吧？这个被断了，可能目不够。嗯。这如果粘，感觉还是有一点点薄。就是这个点如果能够成立，它也很厉害。点这个如果挡，挡我翻，嗯。住，要提，嗯。如果我不敢打，如果粘的话，肯定要打上去了。只能打上去了。打上去，如果粘的话，白棋可以做活。打上去的话，我一打就是一个打劫了。对，就已经。并且黑的是无忧解，嗯，这边你还是不能接的。你如果只能接，那肯定出问题了。对，把黑棋做活了。这样黑棋基本是活棋，那这个点如果成立，嗯，哎，它是点了，啊，花一未落，这个就点上来了。点如果成立还是很厉害啊。对，刚才我们就说这个白，如果是挡，嗯，白棋黑棋有扳，扳对。如果他不敢挡，那我这个收获特别大，特别大。对，这个黑棋的便宜好像是不是就够了？嗯，是不是就是你的控是吧？失控要领先，就领先了。是，一点白棋有没有办法、嗯？有没有化解危机的办法？白棋有一点不太好办，这棋。这个棋搬就有用吗？搬去上面没用啊。对上面没什么帮助。对。啊，它长了。哦，没办法，算了。那么黑棋应该都过，他还是走一个，还是走一个。哎呦，这个先手啊，对，先手得利，并且好像还有点余味。哎，这好像还有点余味，以后。嗯。还有余味。你刷我就断进来。还有断。如果粘，这个直接就冲断了。嗯，感觉白棋这个官子也不好收。嗯。啊，爬过。这里黑棋是便宜了。这个白棋总是要走一手吧，大致还是要。嗯。他这要补一下，不补的话被黑棋飞就飞过了，还可以断，总是要补，要补一下。嗯，就是补哪里？他应该是会跳，即便他是这有个点，但他也要跳在这里。现在这个进入官子阶段啊。嗯。刚才我们形势判断结果还是觉得现在可能还是黑棋不错，实地不错，实地不错，这个地方走回来的话实地确实是不错、嗯、这个点好棋，黑棋点、嗯、二路凑点是好棋，将来还有一点啊，将来还有三路点一下，还有点一下断进去杀气，大概杀不过、嗯、但是有收气的问题，这边再压缩一下，所以中间吃了这几个子，花了一二三，
现在看起来好像不大呀。这个基本上是先手的。这个飞白棋还要。这个一个是靠有可能已经要回家。这我藏。嗯。这叫是先手。还有一个我坚持也是可以的。对。不过好像这边是不是也已经不太大。现在看看白棋他这个怎么防守。嗯。变成一个收官了。本来中间感觉某一方要崩溃了。对。以为棋局会这个某一方速胜，结果发现又变成了一盘漫长的棋。是。可能这些虎啊也觉得形势并不是那么美妙了，这个形势。他反击。对。嗯，反击在这。坚守。点，嗯。这滑下来。看来虎啊也是对形势做出了判断。嗯。觉得不能这个稳稳的很安乐的去收控了。但是我看着一瞬间我觉得就是什么都不让白棋走着，好像这两个子不好跑回家。是吧，这样子他打到一下。打到这是你很舒服。啊，这连络不回去了是吧，他这样这么厚也还是连不回去。这么厚你不好连还是。主要是子没提干净，只要没从棋盘上拿走就还有用。那你是这样。靠，我可以从这一脚吃。哦，我如果粘，让我冲过来。嗯，冲过来这两个死了，这两个死掉了。看这个棋形，这一冲肯定死。对，黑棋倒是每一颗子都物尽其用了。这个肯不肯就这么挡住，挡住嘛问题也不大。嗯，不挡的话又是一场乱战。如果挡这个被挡下去又是一场。对。黑棋不挡的话白棋交换一手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便宜是吧，也没什么实质性便宜，但是也不能说他亏倒是。好，黑棋先刺。刺一下还是可以，那再爬回去。刺完再爬。嗯。现在有没有什么机会呢？白棋是吧？白棋现在假如再补一个，这空不太够，好像我觉得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三五、二六、二七、三七、三八，目数怎么样？五十五。啊，白棋五十五目。啊，贴起来了。黑棋还是不肯老老实实的爬过。对，他是一般是不肯的，那贴起来再藏出来呢，他准备怎么样战斗。他如果贴了再爬，现在有问题了是吧，现在有问题了。能尖。如果白棋长黑棋拐，白棋现在可以间断。嗯，这边有没有什么手段？那不如这个呀。我这只要本来只要打一次，或者不管你折什么样，嗯，我这个已经是很安全的黑棋。嗯，就如果这样摆起来的话，就是这两个是已经跑不掉了。对，那很安全。嗯。这个的话略微有一点看不清的。藏出来了。
黑棋，黑棋是拐过还是中府在行棋？拐过确实是有点看不清啊，你现在肯定不能冲了。嗯，加中间那个，我这个搬一个，先搬。如果断就再粘上，粘上。搬不过我可以下搬，这样黑的倒是也是走回家的，倒是大问题也没有。对，他拐了。嗯，那他可以走这个，你走这个，这个黑的是个后手。哦，现在是不能，哦，这有一起。嗯。然后这个地方白的也许能搞点事情，断进来。断进来。嗯。试一下硬，他断也只能。黑棋也只能打这个。对，打完这个之后我再跳出来。啊，看看有没有什么。稍微有点便宜，大问题是没有。不过现在看上白的是不是走这个。嗯。农心杯的规则是每方自由用时是一小时，然后用完之后，一小时用完之后就一分钟一步棋。对。其实它这个进程慢就慢在这个一分钟里上面，一分钟一步棋其实还是挺慢的。对，因为读秒的时候它不像保留时间，就有的时候你可以秒下的棋，它也要给你想到。对对。这个五十秒再落子。对，甚至于五十八呢。因为它这一分钟是不用白不用。对。之前的你的自己的保留时间你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所以。这样你算一下，如果说要读秒的话，如果算每步棋一分钟，嗯，下个200步的话那就不得了，200分钟。100分钟也是一个多小时，对，一小时40分。如果是棋局非常细微的话啊，一盘棋这个手数，啊，一盘曹老一盘棋手最多您好像是不是有400手。因为它，所以我们棋盘上是360一个交叉点，但是因为它有打劫啊这种，可以重复落子，对，400多手我记得是。我们对，这大概是最高记录400多手，但我们如果算它平均的话，可能250手左右。对，这个它能正面战斗了，啊？我觉得白的断这个棋的话，黑棋是要挡上不就完了吗？短上肯定是不会的，是吧？这样进行的话，这个我们可以不应该，上不会，他不应该是这个大身的。他打这个下法，打这个，这也是先手哈。不，你现在不能提这个是吧？提这个我就一压，是不算把你压死了吗？哦，挺妙的。啊？哎，但是他如果不提呢？如果打这个，他把这个。提这个还是长这个？不是，这整个吃，整体吃没有整个吃，我这要提回来了一会儿。提回来不是也还在？不是，你要提这个的话，不管你走这个，嗯，我先把这个连回来，冲，行，我先把这个连回来，我就提这个。那我长吧。藏我也这样啊，你我藏在这里。你不是也没办法吗？藏这个。哦，也可以。我就走回来吗？这样的话，我藏您粘。对。我吃可以提这个。嗯。也行。嗯。对，这个好像白棋不太好。虎丸同学有点困难了，现在。哦。把黑棋还是算的比较清楚，啊，看来。嗯。断的时候有。有这个断。这个几吃。啊，嗯，这一带断吃非常。哎，什么情况，他从那来，他先不离了。哦，没断。那，这个搞事情。他不能断了嘛。断下有个这个吃嘛。断了飞啊，这个一飞。诶，问一问这个棋，我觉得它是不是下的会有点小？
推这个。上边是什么情况？都不走了，不走黑棋，白棋走过来，白棋活了。黑棋要做活吗？是不是黑棋的、嗯、这个棋、哦、是的？这边已经连通了。但是他这个地方，比如说你走在外面这种地方，他一走这个，他要活交流。嗯。先看看这边是怎么收的。嗯、哎呀，也是要，现在是。完。还要想想怎么样能把棋局变得更乱一些。这个也是实战他的藏了飞进来，嗯，这也是挺不错的一个正胜负的方法，对、嗯、这一挖白棋，如黑棋如果打白棋粘，嗯，打这个是能连回家是吧，打这个一挺粘，嗯，但是这地方对，这里还欠一段，后边还欠着一段。他不太敢。哦，他连回去了，冷静。这么冷静。现在连回去之后是有一个打这段了。对对对。这个小了，现在已经不算太大了。啊，就连这个子不大了，是吧？嗯。那么看白棋是怎么选择，是不是走上边这个右上角？这个右上角白棋要不要再画一手棋？现在感觉这个局势还是不断的在变化，曹老，我们刚才的点目是不是要重新点了？这实际上是这样，这个地方啊，实际上白棋这脚里肯定不是说是藏了一飞就已经没问题了，问题还是很严重的。对，黑棋这里脱先，让白棋画一手棋补。对，那不，他如果算打吃，如果算先手，不，这个也不是绝对先手啊，是打吃，可能白棋不理，挑战。理的话，这一靠，他是死活是有问题的。对，哦，白棋补了。好，现在白的，我们看见啊，白棋是尖了一下这个，尖一手这个角。白棋是活了，刚才给这里黑棋是都点上空了是吧？对对对对，现在就是说白的这个提掉之后已经把这个子吃下来了、嗯、对，但现在没提，黑棋还是能连回来，打吃一恰打，对，恰打我这就是连回，这就是连回，现在我有这个，你就这就一个眼、哦、这块棋现在不是中间这块了，是这个右上角，是，是不是还有点细？那等于是这个，嗯，那这个提两个字也是先，这两个字也是先手，嗯、这边提哪个都是有点先手意味。提哪个？提这两个跟这两个对吧？是吧？这几个现在这五个黑的也是挺想提掉的，因为现在这块棋就一个眼。嗯嗯。哎呀，这个胜负也是不断的在摇摆哈、啊。嗯，现在应该黑的好。还是黑的好。嗯。接虎丸是想一锤定音。嗯。结果这个意外的漫长。没有达成目的。嗯，现在黑棋打吃，白棋要粘吧、嗯，还没走，应该是粘。应该粘了。粘过之后，他是要联络，哎，敢连吗？反正打一下不亏是吧？敢连吧，没什么不敢连的。我一直觉得他这地方是可以这地方先点一个的，他应该先点一个，这个很舒服。哎，曹老，这边如果联络回来的话。还有点小问题，有没有问题啊？但是问题不大。
比如说他打一下，打这个哈，贴角在街上，嗯，是吧？对，街上嘛，你踢他黑棋一粘，嗯，这边有没有？有点问题，把它切下去，你这，嗯，整个的就不大好了。这个断，这个断，嗯，我这个扳接也先，对，出问题，要出问题，要出问题。这个是，这个是白黑棋的先手，那这个白的空不够。对，啊，哦，那如果打这粘是先手的话，嗯，哎，对，他把这个粘回来呢。粘回来，他这谁他正做也还是随便可以做。嗯，粘回来，他先把这个挡下去喽。打，现在白棋还没走，白棋只能提啊。白棋肯定是要提，对，白棋应该是提。嗯。所以这是像这种，本来是秒提的是吧？嗯，给秒下的招，嗯，他都要再想一想。对。这棋他提掉，应该是提掉，嗯，我们先把它拿了吧。好。嗯。应该没有什么变化。对，这个是会拿掉的。黑棋应该是粘，如果这样进行，白棋比如说把这个粘回来，对，白的粘回来，黑的靠把它吃掉，靠我能不能加过，啊，加过，我的这棋就开始，你已经开始准备吃我了是吧？我加过的话是试一试，什么情况啊？就是这么进行粘的，这样吗？嗯，哎，不是，我们现在棋局是实战是这样，对，然后我们把这接上，这块棋就有问题啦，似乎看一下接上黑棋能活吗？打吃先手怎么也不想死吧，不会死的，我看怎么样活得好一点，嗯，先粘上再说吧，本身也一二三四五十目棋呢，这个很大，粘了，哎，这盘棋真的是黑的会下去吗？黑的太有意思啊，转换了，嗯，哇，这个真是，这个下去好大啊，先下去好大，那又形成，居然要形成转换吗？这个棋也太有意思了。嗯，如果贴下去，白棋能不能当上面就已经吃掉了呀？如果形势已经到这个地步的话，如果上面已经吃掉，白的肯定赢了。随便补一手是吧？嗯，补也不好补，你也不好随便补。是不是不补这个？补这个就干脆把这边弃了，意思是？弃了。好乱啊！不能，怎么又变得棋局？怎么又变得很混了？不能弃吧？不是，走这个。然后现在黑棋先来加一个，不是，这个。然后你也走着，我再把它接上，就可以弃甲的就走掉。不，这个左右上角这地方，如果真的是一分钟一步棋的话，我也没马上看出来白的黑棋就是不是很愉快的，黑的能做出两个眼，你提掉。嗯。现在走这个的话，他加过，这个加过很强啊，我。接上，嗯，渡过一跳，跳。我如果冲您这个挤，不是挤，挤不行，挤有点不行。啊，做活就行了是吧？我尝您打吃这个啊，那做活就可以了 ，OK 了。那我，对呀。应该是
我就说做活呗，就在那说做活呗。你如果接上，哎，不见得你给我做活呀。教师，嗯，接上，继续接上，嗯。这个收气跳，嗯，这杀气是不是已经白就快了啊？走这个铺点，哎，这个是双火，这个是双火，这边是白气下，对，白就再下个这个，里生外熟啊，这个有点乱呢，啊，自己火有点机会是吧？真的吃这个气。太乱了，不，好像我觉得黑的是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把这个子救回来。对，这个子还是立于不败之地，要把这个吃掉。是，他现在是先靠。这个棋还是蛮精彩的，我们看他下成什么样。这盘棋真是从头杀到尾。嗯，先靠。对。嗯，这白棋总是要加过是吧？加过。也没有回头路了，对白棋来说。嗯。加过。加过，加过。先加过再说。这个肯定是要加过。这个妥协是不够的，白棋控不够，所以白的只有加过。嗯。其实读秒的时候，嗯，就像曹老您说，有的时候他也不要，其实有的时候也不要，就是真的就用到最后一分钟，因为你。自己考虑的时候，对手也在用你的时间在考虑。是是是，嗯，对，这个棋手的类型是不太一样的。嗯，有些人呢是觉得我一定要我自己要下的最完美。对，所以每步棋呢，他就读秒阶段，他一定要下到最后。这种类型的棋手以前嘛，比如说有张文东也是这种风格啊，是吧？他自己只要自己不犯错误，他觉得这就行。还有。嗯，再年轻一点的有胡耀宇这样的棋手，邱俊。邱俊，嗯，对。像马晓春呢是特别典型的是，他读秒的时候，他在想好了，他也是秒下的。啊。他说是他就这样，我在想的时间，你也在想。对。嗯，这个加过，哎呦。盛敏俊好像蛮有信心的样子，我是看着这条正态不一定了，什么情况？有这，是刚才您说的这一点吗？除了跳，别的没，这种肯定不行啊，这被别人一跳，跳我没觉得他就行啊。对，哎，这种尖也不行啊。问题跳我没觉得他就行啊，跳。跳就冲是吧？嗯，对呀、啊。刚才这个起，它就白棋粘住。我们刚才那个图，当然摆的是比较随意一点啊。叫吃。叫吃。他自己做活是可以的，现在一搭。不是活，搭，嗯，有这个吗？活是活了，活对，对吧？活了都，你肯定是不能冲，冲我走这个就行了。嗯，但是我现在就叫吃，还能再爬。我只能不要了，是吧？嗯，这样黑的是不是空也要够？对，黑棋不是完了，我是把这个黑下来。哎，该白了。对啊，那你现在赌赌过啊？对，比如说赌一个，我可以尝这个了。这个也没什么特别大的，是吧？但是也还好。做活了，也是做活了，挺大的。活是肯定活了。嗯。跳这个能活是吧、嗯、这一家他如果冲他可以贴这个对是诶他会先加吗
仙家有没有不一样？会不一样。仙家他先冲。啊？仙家是我冲。先冲他的这个。把这个交换掉，再跳。再跳。有问题吗？有问题，断铺就行，单断、啊、单断，单断，但是也不一定。那我先挤你，你接不归呀、啊？我冲呢，我冲您挤，冲我就挤了，你就坏了。粘走，我没有粘这挤。哎，这个可以的呀，这个我就一挤就接不归，对吧？我就一脚刺你，就看得最清楚嘛。你这扑不着。好像黑棋这么先下也可以的。啊，他跳了。他现在实在是跳了。嗯。跳了棋。棋。这一棋要粘吗？粘，粘这个好，粘这个，这个藏出来不行，不然一脚吃，怎么现在决议给的胜率跳完之后，现在这个胜率发生反转了？刚才一直是黑棋胜率高啊，跳完之后现在是白棋胜率高啊，这样啊，啊这个是这盘棋也是确确实实说非常的精彩，对。是非常有欣赏价值的一盘棋。其实它这个，这个 AI 给胜率啊，其实要分情况，要看这个具体的情况。如果是细棋，有的时候像比如像昨天那盘棋，细棋它有一方已经给到90的胜率，最后还是半目胜负。然后对杀当中这个胜率呢，就我觉得50-60的时候就是都看不清，完全看不清。哎。他这个白的这个选择对吗？刚才 AI 的胜率给的是你，我要不要看一下？对，我回看一下。这一带太复杂了。现在实战黑白棋是下在这了。但这是比较简明的。啊，它就是长。它就是这样就行了吗？就是长。长。断打。这个图，这是人工智能的给的一点图，一路点。讲这个，他摆的对吗？这个图，这个它等于是里面是什么？长一个，要换这个。他还要把这个走回来。然后白棋一挡，这里面一拐打劫，等于是一个劫、啊。如果出劫的话，如果是劫的话，白棋有机会。但是棋是这样，白黑棋走这个，黑的也是活了，他不肯活是吧？我这个，但是他有点痛苦是吧？他走这个，接上。我把你这个拐掉。你还要。还不能搬。立着活。搬不行，搬被扑进去是打劫。对。他立着我有点委屈，这样白棋也有收获、这个、是吧。好，我们看他实战下是怎么样了。实战他是。他就这样，这个是这样。还没下。下了，这个长应该下了。我刚才已经看见他是长了。是吗？对，下了。啊，这黑棋就这么下的，走这个，他黑棋是走这个。猴这个。这不是一个打劫吗？猴一个。我挡上不就打劫了吗？猴这个。这一挡。对呀、啊。就点。点了扳这是打劫。只
只能点了班是吧？这打劫你这个是劫财吗？主要是看这个。这上面出现一个劫，劫这个我现在也看着有点晕了。其实我们和这几子也很相像，也是差不多。对，他们一点钟开始下，我们两点钟开始讲棋。当然，我们心态上，因为我们现在心态上比他们稍微轻松一些。心态轻，但是毕竟这个对局者他更专注，是吧？对对对。现在很乱，不过我们好在还是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AI 的胜率的。嗯。哦，这个 AI 建议就算了，别挡了，收兵了。收兵就可以了，是吧？收兵就可以了。嗯，这样子你上面后手做活，然后白棋把这个拐回来。嗯，这样的话白胜率要高一些，70%。是的。嗯，这是给决议给出的一个参考变化。嗯。哦，哟，哎呦，虎丸这一代完全是附体啊 ，AI 附体，拐了。嗯，不过我现在是担心黑的，嗯，拼了是吧？黑棋现在是拼了，现在轮到黑棋拼命了。不，现在黑棋的牧师意外的少了好多了，不，这个五个子被拿回来了。对，然后本来这边上面点了有20多目，对对对对，不，对对对啊。现在他还活了，他做活了，他活就这样活了。这个棋。这样活我还能搬一下。对。啊，接上就这样活。嗯，这个难道不是先手吗？我这块空比这块空大，是这样吗？白棋赶快把这个拐回来吧。不，先搬一下呗。嗯。搬一下是吧？搬完之后赶快把这个拐回来。他既然加，他应该你搬的还会硬。或者都觉得这个是不这种棋，我想作为他们现在在比赛的棋手不会错过的，假如是先手的话。嗯，如果就说这个不做活是吧？啊啊，这个是不是白棋也要契合了？对呀、啊，这个再跟着硬的话，你看这个是多少个子啊？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36 37 38 39 40 50几目，这块空是1、2、3、4、5、6、7、8、9，还真不见得哪个大。这个贴下来黑棋还要再吃一手，肯定还要再走一个吧。嗯，现在白棋可以接这个、嗯、啊，白的最完全还可以走这个断，我冲你两下，1、2、3、4、5、6、7、8、9、10、11、12、13、14、15，还是这个档，所以没问题，放心，还是啊，相信对手还是这个大，哎，上面黑棋做活，这个白棋还是有这一串白棋便宜了啊，他现在白棋先尖，这是他的权力是吧？权力踢掉。这是他的先手权力、嗯、爬过这个也要爬过，嗯，这是不是又反转了？棋局是不是又要反转？对，刚才有一度黑棋已经是很接近胜利的终点了，嗯，黑棋不对，失控领先，就从这一代好像走的真是有问题，这落了个后手，对，然后被白棋在上面很强硬，态度很强硬的这一串变化，嗯，爬过呀，黑子爬过，黑子这还不，哦，白棋爬过，嗯，嗯，这个棋局意外的漫长，对，现在已经1点开始，现在已经下了3个半小时了，对，嗯。看情形好像还要收一会儿。嗯，对，这个不是短时间内就能下完的。对。而且还挺胜负还是难料。对。是吧？
很接近，也是很接近。对，就是我们说的，它这个 AI 给胜率啊，细气局面的时候，它即使到八十九十，可能也是一目两目的区别啊。嗯嗯，是的。哎，现在白棋还没有拐，白还不拐吗？嗯，我这不太相信。现在应该还是因为棋谱传输的这个时间差吧，应该有一个一分钟之内应该已经落子了。嗯，这肯定超过一分钟了，是应该是要拐。拐的拐的，嗯，对，这个。现在是因为这个是贴六目半啊，嗯，贴六目半，不是我们中国规则的七目半。现在这个决议给的胜率就是按六目半的胜率来的。是的，嗯，这个好像就是六目半的胜率。是，因为我们看那个以前七目半版本的时候，嗯，开局黑棋胜率是四十点几，嗯，然后调到六目半之后。接近五十了，接近五十，但是还是白棋略好一点点，嗯，点点是吧？嗯，白棋五十点几，就那么这么看起来，是不是说贴六目半更合理一些？实际上，对，我想大部分这些棋手也是这么认为的，嗯，自己的比赛中体会也应该也是这样。不过我们中国围棋规则呢，就是说数子法，我们是数子法，体现不了六目半。我们从五就是二有四分之三子。提升到三有四分之三子，就我们是不是只能这样两目两目的升？我们可以变成，就我们如果贴三有四分之一子，好像意义不大，是吧？对，就是我们可以算一个收后，就是打一个补丁，那可能会有点区别。因为现在黑的可能有些棋迷听我们这么说，头有点大，就是说黑棋盘面六目。正常情况下，黑棋盘面六目，不考虑什么机械收后这种因素，嗯，黑棋盘面上多六目，他收最后一个单关，嗯，数出来的子，嗯，跟黑棋盘面七目让白棋收最后一个单关是一样的。一般黑棋收后的话，黑棋便宜，一般是双目，是吧？对，是的，就是两方的这个差是双目，是的，白棋收后双方的目数差是单目，嗯。啊，拐过，这是最大的一点，这个不能放过。是的。现在，哎呀，这个棋真的是很精彩，这变化太多了，沧海桑田啊，这。嗯，是这个，其实官子还很多，这边的官子怎么收？现在这个是不是最大有可能挡这个？嗯，这个也蛮大的，嗯，这个接也蛮大，上面接也大，这个大吗？这一带糊下来，这肯定没有这个大吧？上面大，目前这个也是很大的，这个走了一般一打吃了，这个打六，这个啊挡了，对，挡了。哎呦，现在他们更是要。这个，嗯，到五十几秒才落子了，嗯。对对对对。因为现在确实是要思考，需要花时间想。是。嗯。这官子很难说。总的来说，我觉得白棋这盘棋白棋下的特别顽强，给我的感觉是。嗯，都很顽强，我觉得双方还发挥的都是挺好的，是吧？嗯，都是水准比较高。对。这个申敏俊也是我们韩国有二申哈，嗯，因为他年龄比申真旭大一岁，所以是大申。大申，嗯，还有小申。对，嗯，小申是申真旭，大一年，就大一岁。就是，对，申真旭是2000年出生，00后。嗯，申敏俊呢也是李氏十九段的弟子。是的，嗯。说他们从小也都是，这个，打法很大，嗯，对，从小也是被这个棋界所看好的两位，嗯，现在看起来确实有道理啊。当年他们是2012年，好像是韩国当时刚刚推出一个叫做英才，嗯，
特别入段，就是选取就是年龄比较小的这个棋手入段，嗯，他们好像是等于是这个新规则的第一批受益者啊。就事后来看，确实是有道理，选拔人才选的还是挺准的。嗯，好的，那现在看起来这个棋局一时半会儿也结束不了，我们也稍作休息，休息吧。好，一会儿回来，哎，哎，好。精彩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的，欢迎回来。没想到啊，这盘棋坚持了下了这么长时间啊。嗯。现在已经是快四个小时了。因为这个棋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就是这个用时规则真的是可长可短，嗯，就是你如果夺秒的时候，一分钟的秒跟四十秒的秒也差好多，对，跟三十秒的每步棋的夺秒，那差别就更大了。是，就每步棋你差个二三十秒，你想，嗯，就很厉害了。好，我们先追上他们的棋局，对，这个地方白棋打吃。现在这个棋局啊，应该是白棋形势占优了。哎，刚才是打拔，打拔，打拔以后，黑的是下在这里。嗯，这都是几个大官子。这个是白棋的先手权利。对。不过。嗯。嗯。然后现在白的。又在考虑中，对，现在因为官子确实也要考虑哈，本来也要思考，嗯，他们要把这个一分钟充分的利用，这个地方对他挑了一个这个，嗯，对，这个应手黑的有两个，一个就接，一个是冲，嗯，接的话他也可以往下走一个、嗯、白棋黑棋可以冲可以搬，对，大概冲冲的话稳妥一点，因为你搬的话我接这个地方还有个劫、哦、大概是要冲 冲他接啊，然后还得接回去，接回去，那单冲实际上也几乎差不多吧，单冲就是白上也要抢先手，他也不会断这个是吧？断这个有一点点可能性，不过我加绝不是先手。对，这个就相当于冲黑棋粘。这两个也跟黑的也能。对，黑棋白棋要不要后手吃一个？就一二对三目，也可能也就三目。对，逆收三目的样子。嗯嗯。然后现在别的地方还有什么大官子吗？这个也不小，扳这里还没有冲。哎呀，这个棋，其实闵俊这棋如果输掉的话，还是估计挺受伤。对，是的。不过那个孙闵俊今天输掉，这个本届这个三国擂台赛还是蛮好看的，对，才精彩，挺精彩的，就是都是你来我往。是的，是的。虽然我们前两届都为我们的棋手范廷钰、杨景新他们，范廷钰有两次七连胜，杨景新有一次七连胜，这个为他们喝彩，但是比赛本身它的激烈性也会差好多。是的，是的。现在这个你来我往，还是悬念还是满足的。我们当然是希望中国队能够最后笑到最后，但是如果比赛多一些，这个更精彩是吧？是这个更激烈的对局，我觉得我们也是喜闻乐见的。对。冲，他还是接上，先粘，对，这个没觉得会有什么变化，所以就接回去，他应该度过，正常是度过，度过完了，黑白棋会选择这个扳还是这个？嗯，这个应该是八目棋，这个、八目棋，这个是后手八目，这个可能先手一二三，这个打，嗯。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五，四，这两个差不多大。这个跟很也许这个实惠一点，三。现在该白棋哈，嗯，白棋选择，看看哪关子更大。对。哎，今年虎纨出战围甲也是通过这个线上比赛是吧？不能到现场来。是，就这个，我觉得日本棋手线上比赛并不是那么强，包括井山裕太不如中韩的棋手。哦。就说线上比赛对日本棋手可能影响更大一点。对。对日本棋手。可能可以这么说吧、我觉得。井山、走了八目。这个棋这个棋说不定还这个好了。那关系不大。这个如果被他打出先手的话一样的。嗯。这个的话如果将来如果走这个棋一样嘛，我这三目嘛，你这个显然没用，这个也许会有点用。哦。嗯，不过差不多。嗯、你刚才说什么井山什么，我说我想说什么。而虎纨现在出战了几局啊，在这个两局都输了。都输了，哎呀啊。看来这个围甲上面还是练兵啊，是吧？他当时出战的时候，正好他的状态有问题的时候，就是一个是他全部的精力、或绝大部分的精力吧，都投入到他和井山的番棋战里边。哦，并且他的番棋他也输，成绩也不好。这很有意思啊！你看这个虎纨现在应该是日本的二号人物。现在下我们的围甲，井山日本的一号人物，现在在下围乙，围乙好像他也没有全胜，对，不但没全胜，输了好很多，是输了很多。他是在代表这个他坐的第一台，嗯，但我觉得以井山这样的一个，应该说大腕了啊，能够来参加围乙，他还是愿意去练一练。他没有说顾及自己的身份呀、面子啊。对，我觉得他这点也是，也可以看到井山还是很有上进心的。是。现在黑的还没下是吧？白的走这个时候，黑的还没下。这个其实也是后手八目嘛，如果走这个的话，就是典型的八目棋，对吧？这个呢可能比八目稍微好一点是什么呢，黑棋加冠之后这个扳也许会有一点点用吧，叫直接上也没有，这个也八目，这两个八目现在都结合的。所以这个他现在接这个、现在这棋实际上黑白棋也可以考虑不走这个，走这个，把这个点跟这个点看成一人一个。这两个是交换了，这个是黑棋的先手便宜，先手官子，然后弯。啊，弯，这是走了一个八目，这是八目。不，这两个八目都走着的话，他吃一个，为啥？不吃也无所谓，但是他不吃是走也一样，不是，但是这样的话就是黑棋再走一手，黑棋没走，黑棋就是你，我就说，何必呢？是吧？我就说这个白的可以不走，白的可以下这个嘛。现在有机会下这个，当然黑的这个也没道理的。就是说，这两手棋必定有一手棋是有问题的。假如黑棋当初觉得吃这个四个字，比这个手棋要大，那么他完全这手棋不应该下，就应该直接下来这。白的这个当然是没有必要，这手棋是没必要。这盘棋看看会不会是本届农心杯用时最长的一盘棋？那有未可知，对，现在已经快下了四个小时了。对。
虽说是快棋，嗯，所以对围棋转播来说，这个控制这比赛用时，嗯，预测也不好预测呀，是吧？太难了。这个用时规则下到过五个多小时了，嗯，下到五个小时多就意味着这个要今天的比赛要六点以后才能结束，不过这盘棋应该下不到六点以后。正常的话，其实三个小时左右是比较正常的。三小时算比较快的，还是算比较快一点。就一点开始，四点，我觉得三个半小时或者三小时十五分左右，可能相对比较那个正常一点。就说一点开始，四点半到五，对，四点半左右结束，嗯。嗯，上面打吃，上面把那个四个字打、这个、打回来，对，现在终于打回来了。胡安越战越勇，嗯，所以说这种擂台赛好看就好看在这样子啊，有这种容易产生出英雄啊。是，嗯，他现在是不是打吃拐也不行？哪个？嗯，这个打现在这个拐住。哦。现在白棋，看看白棋怎么选择。打将是吧？先提了一下。嗯。还没想好。嗯，嗯，这个地方白的有一个了。嗯，白棋上面粘和黑棋提交换，又争取一次时间。嗯。现在这个形势是白棋稍好是吧？嗯，应该是的。嗯。细棋应该是细棋白稍优的一个局势，但是白棋呢也不能松懈。啊，申敏俊今天似乎这个总来说发挥还不错，但是有些关键处还是没处理好。还有本来是很有机会能够一锤定音的。但是这棋呢怎么说呢，输了，如果最后是黑棋输了也不能说很冤，因为中府啊要是白棋先下对的话是吧，本来是白棋最早是优势的。不过也是特别的复杂。复杂。对。黑棋这个搬当然可能是不好的吧。嗯。问题手。嗯。就他不搬这个可以直接在中央出来走。对。中央这棋特别凶险。嗯。这胜负确实是一直是摇摆不定的。搬，嗯，搬完应该粘吧。嗯。既然搬了就粘。你看搬完粘还要想一分钟。对呀、啊、这个去点点墨看看不着急呗。好。啊，粘了。黑棋粘，这个孙敏俊下的相对是比较快一点。对，还是很有耐心啊我觉得。你不，这棋一般是这样，就是形势落后的一方会下的比较快。哦。啊，这是。快中，对，快中里面找些机会看看。就是已经赢的人了，他心比较定，他是看得仔细一点。嗯、现在哪个打？盘面上。现在该白棋。刚才您说打吃拐过去。这个地方有一个。啊、哦，前面有掉了一个字。嗯。这个也有点加值。留下来。嗯，还有这个，嗯，这个不走白黑棋可以吃掉吗？对，抠吃。
这个段现在可以看出损了一目多，嗯，快两目，这个地方是一目半，对，本来是一目半都没有的，对，这损不少，对，这个一目半，然后上面我不交换了，本来搬接完的时候这有个脊，嗯，现在啊，现在也有脊倒是。嗯，下一步棋这个地方虽然都不算太大的官子，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的，比如说这手大还是这手大，好像还是中间大，还有这边也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官子，打吃了以后拐住，嗯嗯，可能也是黑白棋在计算的啊，这几个选点。嗯、这怎么选点？他有一分钟啊，他们还没下呢。还是有这个时间差，传输的时间差，我看看有没有下。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子夜虎丸。嗯，棋谱也还没有传过来。哎呦，看申敏俊的表情看起来是比较有一点沮丧啊。有一点，对。不，申敏俊昨天的发挥还是挺不错的。对。最后是赢了半目。是。嗯。申敏俊也是曾经在擂台赛上取得过六连胜，在农心杯上。对。嗯，他搬下来了，这个断了一下，接上。这个打吃掉好像没什么坏处吧？我觉得，啊、哦，也许有点坏处，这么冲出去可能被他吃掉。嗯。嗯，这个是我们现在完全和他们比赛现场几乎就同步的。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也是这个日韩传输过来的实时的画面。对，摇头。嗯，无奈啊。但是现在这画面应该是像他已经入职以后的情形，不像应该盖他下棋。对，因为我们这个看到的棋谱本来也有一个，嗯，这个差时间差，对，在日本棋手里面，我觉得像这个兄弟棋手、姐妹棋手，嗯，父子，嗯，还挺多的，好像比中国的多，比中国多是吧？嗯。嗯，应该可以接回来吧，接回来呢他还把这接回来，他可以顶一下把这两个字接回来。哎呦，那个还连的不少。对，是。那他还有一个下法呢，也可以就不用、嗯、这两个字要，就这两个字要把它吃掉，就这么吃。嗯，这两个字不要了。对，这两个字不要。这两个字不要。这个是四目棋，可能白的是会下选择把这两个字吃掉。对，现在五点钟。嗯、如果每步棋都要想一分钟的话，半个小时也就下三十多步。嗯，对。现在日本的这些年轻棋手，好像也是基本上也都是在用 AI 在训练。啊、嗯，那肯定。嗯。不，几乎所有的职业棋手吧，在下棋这些都会用 AI 的。但是他没有，我们中国棋有一个这个便利条件，是我们可以用决议。
因为决议现在目前是，就是它没有我们条件好，市面上的我们决议是 AI 里面水平最高的、最强大的，对，最强大的。他们可能会用一些这个其他的开源软件，对对对，但是还是要稍微比决议是要差弱一点哈。我们决议的话，比如说他接这个了，现在是我们现在这个网站上是绿木办的版本，对，就是他国家这用的训练的是青木办的版本的话，要就是要比这绿木办的版本也是要强一些。嗯，这个其实他接在这儿了，这个好吗？我觉得不要接这个好吧，这个就四目棋，不如。不见得便宜，不如就把这个吃了嘛。对，这个棋很显然，我现在是救回来四母啊，他接，你得接，他一靠，他这是救回来五母啊，对啊，我这个好像稍微好一点，也差不多，这边就是这棋紧了，这也有五母棋。这每副棋都在，哎呀，精心的计算当中。对，他是比较慎重呗。对，你看这个粘肯定是必然的一手啊。确实是比较慎重。我现在胡完应该是比较这个心态是比较好的，因为他优势对，应该也已经看清楚了。其实这个棋手如果是面对面来对局的话，是能从表情上读出一些信息的，但是现在隔着这个电脑屏幕他看不到，我们反而能，我们反而能看到，他们是完全看不到的，他们面前只有一个这个电脑屏幕。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你观察棋手的对局的神情啊，还是蛮有意思的。是的，每个人都不太一样。这白的应该是下，这手棋不会不下，接上这手棋应该是下。这总是要粘的。粘完黑棋靠拐。对。还没有粘，但是这个应该是必然的一手。是的，为什么还不下出来？我来看看这个棋谱，这个棋谱有没有？粘了。粘了，这是肯定是粘了。对。黑的下一步黑棋顶这个还没下，倒是顶这里了。对，顶这个，然后白棋顶这个，白棋这个，这个是先手是吧？这叫冲断。这个先手，这上面亏半亩是吧？顶完。这个靠过来不大是吧？他们觉得救回来五目棋，就是五目棋不大吗？不，拐一个，对，补一个五目棋总有的，五目棋不止了。哦，哎，结束了。哦，我们看到这个实时画面，终于结束了。他这个是好本局的最后的一步棋。对，最后白棋一并，确实是这个棋，黑棋盘面黑的稍好一点，对，黑的盘面稍好一点，对，稍差，总的来说稍差。这盘棋确实是胜负是不断的在摇摆，是吧？对，没有一方说是完胜的，肯定不能说是完胜之局。但是最后是，我们现在看到刚才画面是韩国的赛场，
对，他们也是一个国家队的教练，以前也在我们山东队当过外援的侯敏彪。哦，这个是日本的赛场。对，下完了以后，那位先生我不认识。啊，这是侯敏彪的工作人员。嗯，就棋手局后其实还是需要有人和他来探讨一下棋局，其实是这个、调整一下情绪心情。是的，是的，是的。是，就因为这个，就是现在网棋的话，就差了一个复盘，棋手面对面的交流复盘还是是是是，第一时间复盘还是蛮有用的。好像那个复盘其实是大家一个习惯了是吧？如果少了一个复盘的环节，直接收棋子手走人，其实感觉缺了一点什么。对，是吧？是的，是的。嗯，好，那这盘棋呢，这个日韩的之战，最终呢就是直野虎丸直白中盘战胜了申敏骏、对，那么明天呢将是我们中方的棋手登台挑战了。挑战、我们现在有三位棋手，也看看明天是哪一位啊。可能性大的还是那个唐伟星吧，应该唐伟星是吧、有可能。好的，他上场的可能性大。好，那明天呢也还是两点钟在天佑围棋将会为您继续直播这个我们农心杯第八局的赛事直播。好的，那我们今天感谢曹老，曹老也辛苦了、这么长时间。大家也感谢棋友们的陪伴。好、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见。再见。